检政技政郑安平，火灾预防科科长陈立廷，危险物品管理科科长吴家豪，抢救科灾害抢救科科长简良典，减灾规划科科长吴兆远，准备应变科科长林志烟，紧急救护科科长曾淑品，火灾调查科科长陈文忠，教育训练科科长黄玉祥，救灾救护指挥中心主任戴明山，兼任秘书室主任吴兆远，人事室主任罗金荣，政风室主任谢国平，会计室主任张秋红，督察室兼任主任郑安平，那么负责桃园八德龟山区的第一大队的大队长李正平，负责中立杨美新屋第二大队大队长殷明坤，那么负责芦竹大眼观音这个三大队的大队长赖志忠，再来就是我们的第四大队大溪龙潭平镇复兴的第四大队大队长黄世忠，还有再来就是我们的特种搜救大队支援各区的大队长蔡树林。那么今天我想首先我想跟各位报告，那么这半年来，那么消防局那么在消防救灾救护的业务作为的具体作为跟绩效一个简单的一个报告。那么首先在灾害的预防方面，我想我们的这个几个防火的护先队龟山八德杨美新屋啊，那么这个护女防火先导队获得内政部消防署评鉴绩优的单位，那么有关于内政部消防署督导消防安全检查强化高层建筑物消防安全的评核工作，我们也荣获105年全国甲组的优等。另外在办理火灾警报器的补助跟相关的这个燃气灭火器的迁移补助啊，我们也在内政105年在内政部的防范一氧化碳中毒执行计划的评核绩效，那么桃园市政府也荣获全国甲组的第一名。那么这个是在预防的方面，那么在抢救方面，那么我们选拔优秀的义消同仁打算在10月29号那么参加全国的义消竞技大赛。另外我们105年编列各式消防车有26辆，救灾装备器材32项，那么这个都已经完成采购的作业。另外在灾害管理方面，那么我们这一次在7月的尼伯特台风，还有9月的莫兰蒂台风、马勒卡台风，那么还有这一次的这一个我们这个大陆客的这个有关的这个游览车的事故，那么我们的整个准备应变，那么我们没有重大的灾情发生，重大这个车辆的问题，那么虽然我们抢救没有得到这个在及时的把这个陆客的这些抢救出来，但是有关于火灾原因的调查，我们配合桃园地检署也圆满达成这个任务。另外在紧急救护方面，那么我们有关办理 CPR 的先导，还有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先导人数啊，从101年到现在已经达到166万人次。那么我们现在持续的在推广相关的这个 CPR 跟 AED 的一个训练。那么更期待，总而言之，到我们未来的这个努力的一个方向，我们持续的加强内管场所的消防安全查，我们积极的来打造一个安心的桃园。那么在最重要的，还是要很感激我们在座的我们议会的议长、副议长、各位的议员女士先生给予消防局的支持跟鼓励。以上报告，谢谢各位。好，谢谢，请坐。好，接下来我们请秘书处的张处长来做5分钟的主管介绍以及工作报告。大会主席李副议长，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各位媒体记者先进，大家早。新逢贵会第一届第四次定期会开议，志愿应邀列席报告秘书处工作概况与未来展望，倍感荣幸。本处的各项业务承蒙各位议员女士先生的支持和指导，使各项的工作均能够顺利的推展，在此要表达诚挚的感谢之意。首先呢，仅向各位议座介绍本处各科室的工作伙伴。
那第一位是我们的副处长陈家聪，再来第二位专门委员黄秀霞以及邱峰旭，那再来是国际科科长林淑静，再来事务科科长柯俊雄。好，那第二排第一位是我们的机要科长刘静茹，啊，文档科长林玉文。好，那接下来因为我们的行政园区科科长张海清，因为他10月17号申请退休核准，那这个时候请假由我们的计政李旭焕来那个代表。再来是我们的人事主任蔡玉梅，再来会计主任曾云旺，政风主任林云轩。好，那以下呢仅就本处的各项重要业务办理情形简单扼要报告如下，敬请不吝指正。那么我们的国际事务科主要的业务执掌包含了外宾接待、城市地盟以及首长出国等事宜。那么在外宾接待的部分呢，本会期我们一共接待了来自于日本、澳洲、泰国、以色列、荷兰、安哥拉等6国访宾，共8团88人，并且支援本府劳工局、地震局、陶杰公司等访宾的接待，总共3团。那么在城市的地盟以及交流的部分，截至9月底我们共计完成了日本加贺市、以色列的拉玛干市、日本香川县、千叶县、成田市、韩国龟尾市等6个地盟案。那么在洽签当中的呢，还包括了美国加州的圣伯纳迪诺郡，还有韩国仑山市等城市。那么城市交流呢是有延续性的，没有前人的努力就没有今日的成果。那么国际事务也讲求团队作战，绝非单一局处可以达成的。未来我们将更努力地扮演好桃园和世界各国其他城市交流互动的联系窗口，持续深化本市国际事务的实质内涵，也请在座各位议员女士先生继续给我们鞭策与鼓励。那么第二部分我要报告的是事务管理的工作。那事务科主要的业务包括了公务车辆管理、公有管理、劳健保等等的业务。那在财产以及非消耗性物品方面，本处经管的财产总值已经制作成简表了，敬请参阅。那在公务车辆管理的部分呢，我们也依照这个桃园市政府及所属各机关学校公务车辆管理要点的相关规定制定了机关内部的车辆管控作业程序，也希望也要加强宣导各机关的油料管理以及公有车辆维护都能依规定办理。那其余包括宿舍管理、公有管理以及劳健保、劳工退休金以出纳业务等等部分，敬请各位议座参阅。那么第三个是机要部分机要的工作。那机要科主要的业务在本部的副秘书长以上的长官在致赠婚丧喜庆之花篮、中堂、晚年等相关的事宜，并配合办理贵宾的接待。那详细的工作内容呢，敬请各位参阅书面资料。那第四部分是文书档案管理，跟各位报告，我们文档科分为文书跟档案2股。那文书股主要负责市政会议的安排、公报、印信及收发文等项目。那么档案股则是办理了机关档案教育训练、档案电子储存以及资讯业务等项目。那公报的部分请参阅书面资料。那向各位议员女士先生报告的是，我们的文档科积极辅导市府各机关档案保存应用的业务。今年呢，由地震局代表桃园市政府参加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局的金档奖的评选，又再一次的获得肯定，也创下了14连霸的这个记录，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那其余有关加强为民服务工作、硬性管理也仅参阅。那第五的部分是行政园区管理。行政园区管理主要是包含了厅舍的公共空间以设备的管理维护、场地借用及市府大楼各项的安全管制的工作。那么我们今年最重要的工作在于市府11部老旧电梯的汰换，那总共分为5批次，目前已经办了9部电梯的汰换，剩下最后的2部预计可以在今年的11月底前完成，那改善了我们乘坐的安全性以及稳定度。那么以上呢仅就本处目前的业务执行现况做简要的报告，未来我们也要持续的努力，作为市府后勤幕僚最佳的一个团队，也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持续给我们秘书处鞭策与鼓励，谢谢各位。好，谢谢，请坐。好，那么接下来由我们议员同仁按照次序的登记来发言。首先，我们先请陈英议员、林正峰议员、李淑珍议员、叶明月议员、李博煌议员以及陈丽丽议员6位议员共用30分钟，好，时间大家自己调整一下，谢谢。好，谢谢副议长、有副市长以及各位议员，还有媒体先生、记者，大家早。那就叫一下我们局长哦。那首先谢谢你哦，我们最近接连不断的台风，我们都看到我们的
消防的一些弟兄都很热心在帮助我们在应变或者是撤离方面哦，在这边谢谢我们所有的同仁的辛苦。那因为我时间比较短哦，在这边我要请教的就是我们八零综合行政中心是不是就诚如你报告的这边会按照时程去办理完成？是。哦，如果是照你这样子107年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开工动土？我们就目前的工作都已经在按照计划在进行。那我们的市府的城参议也召开了6次的这个协调会议。那么8月已经在进行这个基地的建界跟地址的勘探，所有都到 okay, 到计划在进行。这个我都了解，我都密切的在追踪哦。是是。这是我们复兴区后山一个很大的一个建设了，希望大家会举积极办理。是。第二个，我看到你的报告在这边。有在105年的时候有购置消防车26辆，106年也规划筹编31辆。是。那我请教一下，您这个新的消防车采购之后呢，有没有编制在我们原乡？都会平均的来分配，尤其比较山区的性能会更好一点。对，因为大家知道山上没有一个是像平地这样子一个平坦的路，都要翻山越岭哦。是是。更何况是又如果是在水的话，我希望在这个105年的时候，我们原乡的先替换，因为前上个月跟上上个月，我们拉拉山就有2件那个火灾哦，可是要去救的时候都已经烧空了。这就是我就是要说我们的性能，希望在编制的时候，我们都要最新的哦。是。好，再来，在这几个那个火灾当中，其实可以避免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们宣导，因为其中有一户他是开计程车的，拉拉山开计程车到旺季的时候将近60几台车，也就是说那么多户的人都在开计程车。以那个为做生意，所以那么多计程车，我们山上又没有加油站，他就会从都市买加油的时候就把油放置在可能会不安全的地方，所以未来这些宣导，还有另外是一件的话，它的线是被老鼠咬，因为山上呢很多老鼠，然后如果我们像一些公寮或者是一些比较简陋的住宅，很容易会引起那个线路的短路哦，那就会造成火灾。其实这2项都可以避免。我希望呢，我们的贵局的在山上的同仁可以有一些节庆的时候或者是一些聚会的时候就做一些宣导，能够避免火灾哦。以上是将我们彼此警惕，再次谢谢大家，把时间给您林正峰议员，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局长，你继续站着问好了啦。啊。恭喜哦！你们今年的消防局在整个参加中消防署跟中央的比赛绩效都不错哦。是。那请问你们这些成绩好的这些除了中央给他们奖赏以外，你们警察局有没有给他奖励？有。怎么奖励？那个得名的、优胜的，消防署那边都会补助一些经费去购买装备器材。那边除了装备不属个人的啊，对不对？他对。然后我们局里头，我们也编了预算。针对这些优胜的，我们也会奖励。一个人可以奖励多少钱？我们是团体，优等多少钱？我们给团体大概就是10万到20万左右。有这么多吗？对。那我讲啊，请那个义消跟这些护宣队，还有这些救灾队，非常辛苦，非常危险的。是。所以多编预算给他们奖励也是应该。我没看到报纸，没看到你们给他们奖励，你们也写出来啊。哦，好。过程都没有啊。是。是你像现在，像我们贵山的初三高中体育奖金100几十万啊。我们国家互相做得不错嘞，不错，对，这是互相是我当乡长是成立的，我们曾经拿到全国2次第一名嘞，是是是是，所以说，我向特别重视这些他们的一个权利跟福利政策啊，是是，还有我看到你们报告里面有写说，有关火灾警报器的一个补助购买问题，其实防患这个灾害，一个是火灾警报器，一个是灭火器，最基本的，是最实际、最便宜、最实用、最有效的。是啊，你这火灾警报器，我看你才前线才补助5862户而已，是一个补助350块。我们现在是针对低收入户、弱势族群的，我们去帮他安装，跟他编列啊。多少钱？我们买大概130多块，
市面大概500到1000，我们买大概很便宜啊，应该多加推广啊。是是是，当然我们原则是以弱势族群为优先，啊，因为消防法修订了，106年12月31号以前，所有没有装自动火灾警报器的，都必须装火灾住宅警报器，但是没有罚则，所以我们会加强推广。我们会加强推广。因为现在一般住户不知道说一个要多少钱呢、啊？我贵啊，千贵啊，一百块打买不起啊。对，所以我们是希望各户自己买，因为一户不是只有装一只，对的，对的，可能要装两个、三个，所以我们会推广。当然，我们也低收入户的，我们会补助，会免费的。人家预算编列啊，你在编列两百万怎么够呢？您106年很对啊，有106人再增加50万，就200万，然后跟消防署的啊，对，增加50万而已啊。就200万，然后在消防署大概将近要。还有灭火器的管理也是一个问题啦。是是，真的讲灭火器是第一瞬间能够先把火灾毁灭掉的话，你们就不用出勤了啦。是，所以我当乡长的时候，我们全乡每户都送一个灭火器。公所也每年按照需维修换料的时间编预算去换料，但现在没有钱了，整个卡住了，灭火器就在旁边不能用了，是不是很可惜呢？是是，啊，你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方案来处理这个问题？村里的灭火器是属于家户的民政哦，家户的，家户的，家户的都是个人的灭火器。乡公所买给他们的，不是个人买的哦。乡公所买给家户啊？对啊，我倒是建议，如果可以的话，是买那个住宅火警警报器会更好。警报器是以前买没有推嘛？是是是，买灭火器是我当乡长买到现在十几年前买到现在的。是是是，他们现在免钱换料啊。这个家户、不准拿换料啊，家户可能比较这个预算可能难。不是，你应该想办法去争取，因为灭火器的效用是非常大嘛。那个副市长啊，副局长啊，来，就灭火器的换料问题，现在问题很大，很多家户你唔换就不爱换啊，我原款嘛未使包走人去换。那这样我们对于消防的一个防患没有尽到一个责任呢。啊，谢谢林议员的关心哦。那我们现在整个消防，根据消防局他针对火灾预防的观点里面看起来，他觉得用所谓的火灾警报器的效果啊，甚至不输于灭火器，而且火灾警报器它后续的维管也相对是比较便宜，而且达到同样的效果了。而灭火器会担心，就是像你所提的换药的问题，换药万一过期的时候，那重新换药等等那些都是后续蛮大的问题啊。所以现在整个消防局的想法是说，用火灾警报器来取代灭火器。要不要买灭火器的哦？目前原则上是家户的建议用火灾警报器。那以前买了是不是继续给他维护呢？维护的部分那变成要由公所那边再来做考量。那跟公所会编预算嘛？我们一人建一款，跟配合公所去做嘛。但现在整个政策方向是希望用火灾警报器。政策中央规定，我们市政府自己可以定政策，只要你市长点头的话，我们一人配合公所配合就可以办了啊。只是因为确实。确实，那个换药会产生很多的问题。第一个，万一过期啦、啊，或者是说等等那些问题。即使你火灾警报器跟灭火器的用途不一样嘛，对不对？对，没有错。你第一瞬间发生火灾，我灭火器先打，或者用的话，跟他们不要出勤嘛。那时候你说灭火器没有价值，我就反对了哦。我不是说没有价值，我说消防局他们就从火灾预防的角度里面看，用火灾警报器效果会更好。效果是好，是一个等于发生。知道火灾发生，但是第一瞬间的急救呢，那抢救呢，有没有一个解决到的事情啊？是，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对于灭火器的管理、灭火器的使用，我们都有定了一个灭火器的管理跟相关的事宜，同时协助。灭火器我不管了哈，这个都有。像我们有买灭火器给住户了，我希望你四五去研究一套，说可以用我们消防署的钱，或是你们。市政府的钱，我们一人一款建议器给他们换公款买了灭火器就换掉工作了，继续维护下去了。我想不好，给他调给他。我看副长，你去研究一下了。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不违法吧？我来了解一下，好不好？这没有违法的问题了。谢谢一总。好，谢谢哈，局长。是。我们常常在电视上面看到哈，我们消防员都非常的辛苦哈。包括小孩子的出生都要做接生的一个工作哈，所以真的消防员哈，跟你们按100个赞，很辛苦哈。谢谢。那我想目前我们消防局有一种叫做到院以前有一种心肺功能停止的一个机器，叫做OHCR， 叫做 OCA， 是不是？
OCA 这个机器哈，就是说我想我们整个我们消防局里面总共有几部这种机器。OCA 目前 OCA 几乎每一台车上面都有。那个是心脏复苏器，就专门就是哎，这个每一个分队都有一台。因为每一个消防员都会就对了，都会操作，那个都会。我是说值得赞许的啦哈，因为我们在100年的时候，在这个消防车上面我们就救了18个人，哇，那102年有32个人。那去年也救了59个人，都是用这种 OCA 的机器在救的哈。那今年到8月份为止，有52人就用这种机器来救哈。那我想这个机器，人家讲的说救人一命啊哈，胜造7级浮屠哈，功德无量。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机器我们要好好的使用，而且每一个消防员都要会使用哈。那我想这个OCA 这个机器能够成功的救出这么多人哈，我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原因？我想 OCA 的案件，我们消防局这几年来陆续的很成功的把 OCA 的病患抢救出来。对。第一个原因，第一个我们在救灾救护指挥中心里头，是，我们都尤其对 OCA 的案件，我们都会同步派遣，就是说案发的地点。他的临近的2个分队都会各派一部救护车，谁先到谁先止血。这第二个，119的值班人员有护理师线上会指导他怎么在我们的消防车还没到之前，怎么样紧急的先线上先指导他怎么处理。真的很棒哈。对，第三个就嘿是我们的消防车上都有心脏复苏器的这个自动的，可以帮忙一路上到院前之前一直不停止的在实施这个 CPR 的工作。是，哎，是。我想刚讲了，居然讲了那么多哈，真的是功德无量哈，不止可以救一个人的性命，更是可以救了一个家庭啊，哈，对。所以刚刚你也讲了这个 CPR 哈，我想 CPR 好像在坊间比较少有那个推行的，也很少去示范给所有的民众。我觉得说目前很多社团都有在讲这警察的问题啦，但是我们消防局好像比较少出来讲。我希望说将来我们可以列入哈，就是说到社团去宣导的时候，这个 CPR 怎么来教导，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局长，你觉得呢？是，我们会加强的宣导。目前我们的副宣队，是我们的消防同仁，是我们所有的有重大的场所的活动的时候，我们都会推广。好，另外每一个礼拜一的晚上，这个19点，我们7119，那么只要民众有3个人，我们都会来教他们来推广。我是觉得说到地方上社团来宣导会比较好了哈。会会。那到119去，我觉得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哈。是。我想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争取我们那个八德北景营区，那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大南消防分队也会到这个地方，总共建地有4000多坪嘛哈。是。但是我知道说我们消防弟兄非常的辛苦，一周的工作量哈，甚至有90个小时。那我希望说，局长您在规划这个厅舍的时候，要让这个消防弟兄的那个所住的地方要弄给他舒适，哈，尤其每一个人在那边工作，可以讲消防队已经厅舍已经是我们消防弟兄的第二个家了，哈，一天待在那里都10几个小时，哈，所以我希望你这个厅舍在规划的时候要好好的做。目前您做的怎么样？好，报告一座哈。那没关系，这个我想时间的关系也不用讲那么多。那我问一下哈，那个目前啊，我们整个桃园市有几台的营梯车？营梯车目前有16台，16部。16台，那我八德只有一台而已。八德有一台。对，一台，而且是15年的老车的。好，所以我希望说，如果有换新的话，因为八德人口即将要到20万了，我也希望说能够换一台新的到八德市，可以吗？没问题。八德区可以哈。好，谢谢局长。好，考虑，谢谢。好，局长。
是。我们刚才讲到 CPR 的教学哈，是。我想你们可以主动出击啦，因为现在很多的社团哈，他们有办很大型的活动，而且有做一些不管是公益宣导也好啊，甚至于这些防火的宣导啊，你可以索取一些资料，到社会局索取一些各社团的资料，你寄个 DM 给他嘛，告诉他说我们有 CPR 的这个教学，这样子很简单的，马上就落实到啊这个各个角落去了，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处理啊？是，我想这个你可以来考虑啊。是。那另外刚才提到的哈、啊，灭火器跟警报器这两个功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刚才那个林委员的意思应该是说，现在很多灭火器，因为过去不管是乡公所买的也好，或者是什么市公所买的也好，对不对哈、啊？很多都是悬挂在家庭的门口啊，这个户外的门口，那有些过期的该怎么处理？对，如果不能够用了，那你就干脆啊，试看跟民政局看跟哪个局联合去告诉他不能用了，就统一把它收走啊，那改用其他的。那当然警报器啊，这个是很重要，但功能不同，我想要做不同样的一个处理啦。你不能够说嘿灭火器不好，爱用警报器啊，你火灾来的用警报器，警报器也要灭火啊。难道警报器可以灭火吗？也灭不了火啊。所以你说灭火器重不重要？也是重要的嘛，是是，对不对？没错。所以想说，既然问题是说，你既然很多悬挂在这个家庭的门口，好，包含我夫妇也有两只放那边啊，早就过期啦，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啊，要去哪里换药粉啊，也不知道啊，那就每天都看了两只挂在那边啊。那你们要做宣导，有这个问题啊，这个我想你们责无旁贷，要帮忙协助把这个问题给处理掉， okay， 然后一起来努力，好不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这个预防重于治疗了哈，所以这个要加紧一下了哈，谢谢哈。是啊，那个秘书处处长，我想请问你啊，你的房屋建设及这个设备啊哈，目前呢、啊，你这个是11笔，大概是11间的这个房子，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跟一座报告，我们主要经管是这个宿舍的这个部分啊、目前呢，总共有。宿舍的部分是不是？九间的建设。那有没有？我请问，我简单的说，你的房舍的部分有没有闲置的？报告一座，目前啊、哦，我们有9间的这个眷属的宿舍，那9间的有3间呢，已经就是还在借用当中，另外有1间哈、哦、是已经在办理这个归还的状态中，另外5间收回来了，准备要后续看是做拆除，或者是说做其他的用途。好，那我请问你啊，按照一般。啊，这个规定就是我们这个公务人员也好哈、啊，你们这个我们市政府，我们市政府现在有前半段是旧的大楼，后半段是新的大楼，对不对？那我们啊，按照啊这个来说的话，这个我们一个人呐、啊，这个我们基层的工作人员呐、啊，他的工作的这个空间呐、啊，需要多少？根据行政院的这个规定哦，办公厅设他的建议是2.42平嘛，对不对？还是2.42平方公尺？平嘛，2.2平，那我问你，现在我们目前桃园市政府对不对哈？前面的旧大楼有多少基层人员在办公？那我们的坪数是多少？面积是多少？我后半段的这些，这个厅舍对不对哈？这里有多少人员在那边做在办公？那这个厅舍的坪数的够吗？够不够？是跟谢谢易座的关心，跟易座报告，秘书处曾经做过一个调查。我们画一条均线，大概有一半以下的这个单位哦，目前是没有到这个标准。是不是很拥挤？非常拥挤，是，尤其是旧大楼这边啊。对。那这个部分的话，是不是要给他们做？是不是有其他的地方能够让他们啊到一个啊，我们不要说有多舒适的地方啦、啊，最起码这个空间要够嘛，对不对？是。那你看我好多局势，我看走进去啊，这个一个人那个柜台啊，一个人走都走不进去啊。我看呢、哦，我看目前哈、啊、这个哈、啊。这个，各局处里面哈、啊，我看是秘书处哈、啊、的这个空间是最大的，你们的空间应该是最足的了哈、啊。我想在你们在这么舒适的空间哈、啊，在上班，在那边工作，在那边处理过，你也要想一想，我们桃园市政府还有这么多人啊，还有这么多的这个基层的员工在上班，在这么艰难的这个位置上在那边办公哈、啊，是不是也想办法哈、啊，能够做一些改善啊？是，有没有机会改善啊？你告诉我。跟一桌报告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秘书处会跟财政局，因为财政局负责公有财产的清查以及它的拨用这样子的一个前期的动作，那我们会尽可能的去
找到就是适合我们这个未来办公厅设可以做疏散或者说做这个扩充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想我们身为六都哈，是最年轻的一个都市哈，那有这么多的这个我们的基层工作人员哈，都是我们的刚刚家里兄弟姊妹了哈，卖光咱家里好的好，自己好就好了哈，别人都没有关系啊。我想我们要设身处地的为他们着想哈，能够多帮他们争取一些，能够呢把这个厅舍哈做好一点，让他们哈更能够发挥他们的工作的这个能力，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玉座关心，谢谢。好，会长，我想就叫您哈。目前我们有设这个捕蛇大队嘛哈，那本来这个工作应该是移拨到农业局一样。结果呢，到最后因为农业局人力上的不足啊，以及它的设备各方面的条件不足，所以呢，这个工作又回到我们义消的身上。那我想就叫这个局长哈，目前义消来承接这样的工作哈，那每天他们必须到分队去执勤哈，那这样的他们的人力是否充足？局长，您认为说大致上说明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这种捕风捉蛇，业务移回给农业局，那么农业局呢？那么委托我们的义消里头的同仁自愿去参加这个捕风捉蛇的工作。那么目前呢，我们十三个区里头，每一个区都有两个驻点，都有两个驻点。那么每一天到晚上10点以前，都有人轮班在执行。那至于夜间如果有危险的生命危险的，那么消防同仁119会主动会晚上时间会出击。那么如果不危险了，那隔天像捕风在室外的，那么就由这个义消这边继续来执行。那么执行到现在这一年里头，执行到现在，那么他捕风捉蛇的次数啊，那么抓蛇的大概有这个500多件，那捕风的有800多件，那么整个成效非常好。那么各个县市知道桃园的这种措施，也纷纷的到农业局、到消防局这边来看怎么个学习我们的这个捕风捉蛇的这个业务的勤务的移转，我们可以说是无缝的接轨。到目前为止，这个执行的非常的这个顺畅。那对我们这个义消同仁来讲啊，是不是增加他们的一个人力的支出呢？我刚刚讲，我们义消同仁参与这个是自愿的，而且我们是有训练，那么有装备，甚至于以前在消防在执行的时候，义消都陪同消防的同仁一起在做，所以他们都是救亲驾手，而且他们的这个绝对没有就是自愿的性质。那么另外，那将来这个工作是不是要移拨到我们农业局，还是继续由我们消防局来承接呢？我想目前农业局的人力是不够的。那么本来农业局想要委托外面的这些捕风达人啊、抓蛇达人，但是呢，我的意见是不认为这样子是恰当的，因为呢，只有义消的组织很健全。每一个我们有50几个义消分队，我们有1900多个义消，这些同仁都已经受过训练，而且有专业的、有热心，而且他们是没有任何的说要有回报的这个性质。所以呢，又透过119跟他们的配合训练，这个义消跟消防的合作，那么在达成这个任务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那如果我想我们要兼顾到义消他们的一个人力上的一个支持的部分哈，所以这个请局长再多注意一下。是。那么另外有关于我们的一个小型的一个消防车的部分啊，因为我们很多的一个区都有很多的狭小巷道哈。是。那我看您的一个预算编列里边，在明年106年度啊，我们编列了9辆的一个小型的一个消防水车哈。不过就各区而言，因为我们总共有4大队，有30几有这么多的分队哈。那么分配到各区去的时候呢，各分队去了是不是分配得到这些小型的消防车呢？是，报告一总哈，我们目前有43个分队。是。那么今这个月的7号又要成立一个新的分队，补新分队，总共44个分队。我们每个分队都有小型水箱车，最起码有一部以上。那么我们的119接获民众的灾害报告的报案的时候，我们的119会透过我们的系统了解他要到这个救灾现场有没有狭小巷弄，有没有消防通道的问题，
我们的资讯里头都会呈现出来。好，局长，我想啊，这个因为小小巷道非常的多哈，是。那因为救灾的问题啊，大型车没有办法进入哈，所以小型车非常的重要。是。所以我希望就是说，有关于小型车部分呢、啊，我们在这个车辆的数字上啊，能够予以补足，是、啊，避免这意外的一个发生哈、啊。会会，谢谢。好，谢谢局长，谢谢支教。好，谢谢。啊，请问一下秘书处处长哈。啊，易处长。你们的资料报告里面哈。有关于这个，你们刚才有提到说公务车辆的管理啊这些，那目前的公务车辆有几部啊？一座是问我们秘书处的还是整个市府的？你秘书处管理车辆是管理秘书处还是管理全部的？升格之后呢，车辆管理的部分已经分散到各机关自行去管理，但是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办法，作业办法可以适用。那我们秘书处自己本身经管的车辆，公务车辆是13辆，机车是10辆。哦，这是你秘书处的。那市长的也包括在内吗？包括是。哦，包括在内、是。你的资料里面哦，看不出来什么出行次数啦，车辆使用维修啦，或油料消耗管理都没有一些具体的资料，所以我没办法提出质询，是，只能够让你把这资料提供给我。好的，好，好不好？好。另外哦，这个中央跟地方哦，现在我们是6都了，可是我们还是有个中央嘛，对不对？是。啊、哦，那个台北市的市长他。是不是这个6都都各自为政哦？啊，跟中央的法令要不要抵触？我不晓得。我只知道说，台北市长有提到啊，这个退休公交人员啊，还有这个什么退休的工友啊，这个三节的慰问金啊，台北市已经取消了。台北市取消了。嗯。而我们桃园市有没有这项的建议呢？不好意思，这个不是我们秘书处的这个业管范围、这个、因为你在这个退休公交人员跟退休工友三节退休金是否持续依规定预算编列嘛，这不是秘书处的事情。那个慰问金的这个部分并非本处的这个业务职责。哦，慰问金不是你们这边是对我们是法定的这些支出。好的，那个我想哦，这个退休金跟慰问金不一样嘛哈，退休金跟慰问金不一样，所以说你们要持续依规定来编列预算就对了。是。所以这次的这个预算里面，你们都有编列进去就对了。是。好的，那谢谢你，我再请教一下我们的消防局。谢谢一座。消防局哈，请问一下我们的局长哈，这个落实啊，这个大专学生啊，在外租屋的这些这个房屋的这个瓦斯热水器的安装使用啊的安全检查，你们有做到怎么样子的一个年度的检查的一个检查的这个效果啦，或检查的一个状况，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料呈现？有，我们定了一个消防的一个自治条例，我们要求所有的这个有接受学生住宿的这些这个，我们必须要他的这个防止一氧化碳中毒都必须要有警报器。然后我们消防同仁也每年都会去实施消防安全的检查。那这个大专院校这么的多，啊，你们派出去检查的人是怎么样子的？对这个房东的部分呢、啊，哈、哦，租的房东啊，你们是怎么样子的？有没有列册管理啊？有，我们每个大队，我们现在把我们的消防安全从分队集中到大队。每个大队都有2个安检的一个专责的队伍，所以呢，他所有的内管案件，我们依照消防设备。你现在哈有，我看你们的资料上面哈，你现在有这个4个大队嘛哈？4个大队，连一个特搜5个大队是。这个第二大队，你们这个业管的这个租的房东有多少户知道吗？好的，那对于这个房东啊，我们要求他、啊、这个瓦斯的热水器啊，为了这个安全的部分啊，为了安全的关系啊，所以说你们这边有没有补助这个房东啊？比如他安装这个排烟的强制排烟的这个设备，有没有？我们补助这个燃气热水器的，原则是针对低收入户，那么补助的3000块。所以对于房东他不是低收入户，所以不用补助他，但是对房东有没有强制要求他装置这个都有吧？我们都会去检查。目前有没有检查到没有安装的？
不安装那就是处罚，就罚款。不安装就是处罚，就是处罚，而且可以连续处罚。有多少吗？我想执行的这个应该只要一通知改善，他应该全部都会改善。OK， 好，所以你没有说检查出罚两万，罚金是两万块。你没有说检查出多少房东没有按照规定哦，是是，所以要求他改善，你讲不出这个数据是不是？还是下去整理好再给我 ？OK， 给你，好不好？好，但是罚金两万，他们马上就会改。哦，这个装这个很简单，两万块他绰绰有余了。那个两万块的花金，他可以装。希望说为了学生的安全，能够彻底解决，好不好？好，谢谢，请坐。接下来我们请谢章文议员发言，谢谢。好，谢谢副议长，消防局谢局长。这样子哈，我想呢，我们消防局哈，那个从我们的这个办公室所有的这个人员哈，科长。那么一直到各大队以及我们这个消防分队哈，其实每个人都非常辛苦。我想我们在这个预防火灾还有抢救灾害，那么以及紧急救护这个工作上面哈，那每一年呢都可以得到中央的这个考核很好的这个成绩表现。我觉得这个我们也要向你们说一声恭喜，然后也要跟大家说大家辛苦了啊。谢谢。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努力改善的一个空间哈。是。那第一个呢，就是我想有关于这个火灾防治策进作为的这个业务检讨哈。那第一个呢，就是我希望呢，我们消防局哈能够落实哈，就是公共场所的这个消防安全的这个部分啊。因为根据我个人这个了解哈，我们现在全部列管的这个需要消防安检的这个场所呢，可以分为甲类跟乙类嘛，对不对啊？那全部列管的这个家数呢，有18583家啊。是。那你不管是一年的这个检查，或者是两年一次的这个检查，我们透过100个工作的消防人员啊，去做这个计划的这个执行哈、啊，可是依然还可以发现这些。一般的这个营业的这个场所呢，还是有高达25%的这个不合格率啊。那我个人认为呢，其实公共安全啊，它的这个公共安全事实上是不容打折扣的啊。那我也认为就是说，你像这些场合，我们在做安检的时候呢，我们绝对不可以有选择性和不可以有选择性啊和针对性啊。那否则的话，你就很容易产生。公共安检上面的漏网之鱼，那就会造成很大万一有什么状况的话，就会造成很大的这个伤害啊。那这是这个是第一点啊。那第二点呢，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个安检项目的时候呢，你可以分为防火的这个管理、检修的这个申报，还有防烟制度，还有危险物品的这个检查嘛哈。那我就在想说哈，如果我们真正的这些安检人员、消防人员哈，如果人力不够的话呢，我就希望我们要做一个慎重的一个处理跟补充啊，这是第一点啊。那第二点呢，看到你的工作报告里面提到啊，我们在7、8月份的时候配合警政署的这个青春专案，对不对？那我们针对桃园市辖内具有高危险性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列管的这个场所，消防做一些消防安检啊。还有防火措施的这个管理，那这些场所包括什么呢？包括夜总会，包括 KTV， 包括 MTV， 包括 pub， 包括这个酒吧，然后还有包括撞球场啊，还有保龄球场，还有游戏场所，那么以及电子游乐场所、资讯休闲啊。那你在这个里面呢，同样的啊，就是这些列管的这个家数有2228家。那虽然呢，我们检查的这个家数啊。我们检查的这个比例高达116%，那被检查的这个家次呢啊，也有2483家，但是呢，所呈现出来的不合格率呢，一样有24%哈。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消防安检应该要做到哈，就是100%，这样才对，否则的话，对进出这些。场所的这个就是普罗大众来说的话呢，其实是很危险的啊。所以这部分呢，我希望我们能够特别加强，好不好？是这是第一点啊。是。那第二点呢，我觉得这个在防火宣导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现在透过我们很多的这个复宣队去做这个家户的这个联防的这个宣导，其实成效不错。
可是呢，从相关的这个统计数据啊，当然也牵扯到我们怎么样落实公共安全的这个检查呢，也有很大的这个连结哦。我为什么这样讲？还是有很大努力的这个空间。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哈，我们的这个发布在今年9月9号啊发布的这个资料啊，我们去年啊累计到去年的104年8月31号的时候呢，我们的火灾发生数啊146件，那成灾数是27件，死亡人数呢19件，受伤人数呢33个人啊，那损失的金额高达2673万8000元。可是到今年呢，累计到8月31号为止，我们的火灾发生数呢是245件，增加了99件。我们的成灾数呢，火灾成灾数呢也增加了38件啊。那虽然死亡人数跟这个受伤人数都相对的这个减少，但是损失的因为火灾发生而损失的这个金额呢，依然是增加了517万4000元啊。所以我就在想说哈，其实公共场所的这个安检如果不落实，就很可能容易发生火灾。好，这个第一个。那第二个加护的这个部分呢，我也认为应该要做一些加强的宣导哈。那局长您的看法怎样？是，谢谢一周的指教哈。我想桃园的火灾，我们的统计，住宅火灾是占了70%-80%的住宅火警，那么公共场所的安全是绝对不打折扣。所以呢，我们同仁在执行公共场所的安检，那绝对是非常严格的。而且如果一起不改善，那么连续处罚啊，那么甚至于如果有必要，我们市府会相关单位，都花局啦、环保局相关单位会联合安检。好，那局长，你第一个哈，重罚跟联合安检嘛，是。我还是觉得哈，你当然说得很容易，但是要真正去落实，我就希望你们要去落实嘛。是。我刚刚为什么讲呢？因为你这个所谓的就是一般列管的，就是一般列管的案件，包括我们特殊高危险性的这些场所的列管案件，全部加起来，对不对？18000多家，你还是有高达25%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是不合格的啊，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讲，还是有这个防灾的漏洞产生嘛。那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加强，好不好？是。好，那这是有关于这个火灾防治的部分跟那个公共安全安检的这个部分哈。那再来，我就请教局长一下哈。是。我们内政部哈，在去年11月份哈，他有颁布一个大型群聚活动的安全管理作业要点哈，是。那要求各个县市哈，要依照相关的这个管理要点呢，去拟定啊，就是拟定这个所谓的大型群聚活动安全这个自治条例啊。那我就请教你，那个我们桃园市我们拟定好了吗？这个预备什么时候发布实施？这个草案我们已经拟定好了，然后送到市府这边，市府的法制，我们邀请法制委员啊来共同研商好了以后就会送到议会来这边。好，那我希望能够加速脚步哈。是，因为现在哈已经完成研拟的这个研拟的这个县市有台北市、基隆市、新竹县、彰化县、台东县和花莲县哈。那这些对于大型活动的一个举办安全的一个维护啊，我觉得会有一些法律的这个依据啊，可以来做这个执行啊。但是呢，在这边我还是要建议哈，就是说我们这些自治条例的这个草拟啊，那么还有这个颁布啊，我觉得刻不容缓，因为再三的强调公共安全啊的这个把关啊，其实是很重要的哈。那我们桃园市，比方说我们桃园市常常举办很多大型的这个所谓各类型的这个演唱会，或者是户外的这个表演的这个活动，那甚至跨年晚会，动辄都好几十万人哈。那我觉得这个的话呢，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停下脚步哈，这是第一点啊，建议。那第二点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做一些横向的联系哈，跟跨区的一个联系。比方说，其实像新北市的这个八仙乐园的这个尘爆事件，对不对？那现场他们救灾的这个活动，事实上就横跨了，比方说我们消防局、那警察局、还有卫生局，那甚至是交通局嘛，哈。那跨区域
比方说因为他们消防人员不够或者是一些救灾人员不够，所以我们可能桃园也都去做一些桃园或台北市或其他县市都去做一些支援。所以呢我就建议哈，我们这些联合的这个演练呢，我们也应该每年至少举办一次跨局势的然后跨区域的这个演习啊，这是第二点建议。那第三个呢，我个人认为哈，建议我们消防局啊要赶快把我们桃园市辖内啊各大型的这个游乐场所哈，各大型的这个游乐场所啊，那么去做一些资料的一个建立啊，比方说他们这个游乐场所里面他们的交通动线有没有因为违建的这个部分会去妨碍到以后救灾的这个动线，然后呢他们的这个消防的这个设施还有他们的这个防护的这个计划是不是做的这些完整啊，我觉得我们都要做一些资料库，那以备不时之需，否则的话呢你看碰到这个新北市的这个八千乐园的这个尘爆事件的时候呢，好，谢谢，请坐。好，接下来我们请林丽莲议员、陈美美议员、许清顺议员以及邱淑芬议员、四位议员共用20分，谢谢。好，副议长，谢谢。我想请教我们局长哈，胡局长，我们一般人自己的就医习惯哈，民众有时候要叫救护车的时候哈，通常希望说把他送到他的病例所在地的医院呐哈。那请问我们这个消防局可以根据这样子的民众的意愿送到他们指定的医院吗？是，原则哈，因为是紧急要就医，紧急，所以非常紧急，所以呢，我们为了他的这个紧急的这个时效，所以我们会送到临近的责任区医院。这个责任区医院是一个有规模的，那但是。如果他的病例非常的特殊，非常的特殊，那么也在我们的辖内，啊，我们的辖内。那么当然我们也会尊重他的意思，但是呢，万一有延误时间，那么他自己不能怪罪到我们消防说。那如果送到外县市呢？不行。除非非常特殊的案子，非常特殊的案子。好，那我们就是有这个。滥用这个收费制度哈，实施到现在已经大概3-4年了嘛哈。有，对。那你这个开立几张了？开的有大概20-30张吧。开了80。80多张。我们总共告知单开出去是86张。那现在有缴费有来缴？有缴，后来有确立可以缴费的是70张，那真正有缴的其实才24张。20几张。那这个缴费率实在太低了。是，可是报告一做是。我们有没有强制收费的一个方法？应该讲说，我们就会强制执行收费。问题是很多可能游民之类的，其实你即使强制之后，他还是无法缴款。那意思就是说没有办法改进的空间了。是，不过跟一做报告的是哈，是因为也因为这样有这个收费制度，所以可以看见桃园市这从我们收费以来哈，我们的救护成长力是趋缓的。以前每年11%，那从我们101年开始收费之后呢，降为2%，那甚至去年又比前年反而是负成长。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个已经有达到这个对警告的效果。是，好。谢谢，请坐。好，那个处长，我再请教你哈，我们这个有办这个签订合约的哈，友好城市的哈，大部分都是在日本比较多嘛哈。那有几个城市有了日本的？目前日本是4个吧，4个城市。4个。对。那加贺、千叶。好，那我们签去了之后，我们的后续的这个，我们都有交给各区嘛哈。是。那各区的话，他们要怎么去他们这个后续的交流？谢谢一座的垂询。那首先在国际事务这一块，其实它是一个团队的合作，团队作战，不是说我们签了之后就交给公所，或者说交给其他局处，而是在一个架构之下，也就是说桃园市政府的秘书处当联系窗口，我们会跟我们市府的其他的单位，包括公所，他们只要是在国际事务上面有任何需要我们支援协助的地方。那我们会试。那你交给他们的，他们要怎么作为啊？
跟一桌报告，比如说我们，你说你把这个香川哪里交给我们龟山，是不是？不是，香川是由我们桃园市政府这边来。好，那我们龟山是谁？成田。龟山是那个。好，那你要拉马干，对，以色列的那个拉马干市。以色列是。好，那请问我们区公所要怎么作为？这部分的话，我们会跟区公所那边来合作，因为主要是两个城市在这个产业方面。你是会经费给他们吗？你会经费给他们吗？签会，那个我们在那个签约的时候就有邀请我们的这个区长以及区公所代表过来这边。经费、经费哦，经费哦，不好意思，那个如果说公所这边他们本身今年度的预算不足或怎么样的话，我们会检讨看有什么样子的这个预算可以支持。那你总是要着给他们去交流啊，也要给他们。那我们看后续的交流情况，再来决定要怎么样子来进行交流。那你就也是要做这方面的打算呐、啊。是。好，谢谢。谢谢，我想先就在我们胡局长哈。是。前一阵子啊哈，我们那个。就是义文园区哈，有一栋社区大楼哈，发生火警哈，啊这个部分呢哈，也同时哈让我们这个埔子哈这个消防分队哈需要哈尽快成立哈。那目前哈在报告当中也提到了哈，原先就是有跟那个桃园就是有一些部分呐 那现在我们目前这个埔子消防分队呢，目前这个埔子消防分队哈的进度哈，我们最近就是在九月中旬的时候，我们跟新的这个检察长啊，那么跟地检署的相关的乡业主任检察官有一个会商里头来，因为他们那一块地呢是他们登记，他们要使用，那么因为他们一直没有经费。所以呢，闲置在那边。那么我们就是有一个互惠、三方共赢的方式，就是这块地的200多平方公尺给埔子消防分队来使用，另外2000平方公尺的用地，那么由市政府跟这个桃园地检署来做一个植物宿舍。那么这个初步在九月底已经取得共识了。那么因为那个的所有。公告地价的价值大概是1亿2000多啊、那么他们的造价大概也1亿2000多，那么我们的市政府就等于帮他们有1亿2000多的经费，那么来共同来建造这个植物宿舍跟这个埔子的这个消防分队，目前已经取得共识，那么再进一步我们会跟市府的相关局处还有桃园地检署再开一个确定的会议，如果可以的话，那么这个土地的用地的取得，那么就可以去办理。办理完了以后呢，那么就可以顺利的去执行编列预算，来达成这个埔子分队的建设。大概要多久的期程？我想这个因为还牵涉到用地的变更跟这一些手续哈，要个时间哈，我不敢很肯定，但是呢，应该今年的这个公文可以达到。我们到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单位，这个整个国产署这个北区的分署，还有这个国产公用财产的这些这个相关的这个土地产权的拨用事宜，这个要完成，先完成这个。因为哈这个区块啊哈，这个高楼林立啊哈，这个整个哈这次的那个发生火警之后啊让那个地方的民众啊，哈，更重视哈他们的整个居住的安全嘛，所以我是希望说哈，这个埔子消防分队哈能够来尽快成立哈。是。再来就是哈之前呢、啊、哈我们有在中油做这个消一个消整个救灾抢灾的这个消防演练啊哈。是。啊，因为我我有听到哈有一些哈去参加的哈这些民众来反映呐哈，是希望说哈这像这一类型的哈这种抢灾救灾的这一种演练的时候，是不是哈能够让哈这些就是参与的民众或者是周边哈
要参加的民众哈，能够更提前知道哈，也能够一起共同来参与，才能够哈比较真实哈呈现哈这个整个救灾哈这个演练才比较更有意义。是，我想这个桃园炼油厂这次的演练，我们是结合环保单位，还有国军的化学兵，还有我们的中油本身的这一些救助，这个灭火队，然后我们也把邻近的四个里，那么都有通知，其中大概有两个里有来参与啊、哦、整个的活动。那么当然了，我们希望我们后来我们也在跟桃园炼油厂在一个检讨，所有的这一些我们未来要怎么样让居民能够更安心，包括万一有状况怎么去通报疏散撤离，然后我们大队还有我们的国军部队还有相关的这些这个环保署的这个毒化物的队伍又怎么样很快速的来支援来抢救，我想这个都我们都有一个，而且我们也定了一个抢救部署的一个计划，这个是一直在更正一直在演练，然后呢整个把它定案在我们的119的指挥派遣系统里头，我想这一点我们会很尽心的全力把这个重点的位置把它处理好，谢谢。好，我是希望说这个部分呢来加强。是，谢谢，谢谢，谢谢。好，局长。哎，是。这个本席在此谢谢哈单位的辛苦，还有人员的不足哈。那第一个哈，我想请教哈消防局严重人力不足，过劳，勤务过劳，请问贵局消防局人员编制现在有多少人？我想目前我们的人力是到这个九月份，我们是1150人。那足额是多少人？我们的编制员额，我们的编制员额到108年，我们是要1688，但是我们的105年的预算员额是1346，那么106，我们今年的十月会再给我们54人，那么106年，明年会给我们102人，107年会给我们105人，108年会配合我们179人。换句话说，到了108年，我们的人数达到1600多人。那么这个人数呢，在六都里头，这个消民比就是消人，我们的市民有1800人，就有一个消防警察、消防人员。局长，谢谢哈，因为你人数的不足，所以啊，我们兄弟都很辛苦，而且都是过劳，这一点我是肯定的了哈。是，那公益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那目前来讲哦，我们桃是桃园市政府的消防局啊。那个云梯车的高度哈啊，还有我们楼层的高度哈，那我想问一下哈，目前来讲104年到107年了哈，我们超过啊，我们消防车啊超过32公尺的34、42、54、56，啊32有几步？32，我想总共32有8步了，那你34呢？3步。42呢？3步。54呢？1个。56呢？1步。哦，那谢谢你。哦，那总共是16步。对，那目前来讲哦，我想超过10楼、11楼、14楼、18楼的、18楼的那个这个楼层，应该我们这些云梯车够不够？我想目前来讲，是不是资源够不够？因为现在有到20几楼的，最高到38呢。38是。对，是。那你要如何来处理？我想高楼的火灾就跟刚刚提到的艺文特区的那个火警啊，那整个火警的抢救高楼不是靠着云梯车在抢救，好，没关系，它最主要的是建筑物本身的设施跟建筑物本身的助动灭火跟相关的这个助动积水管线。局长，你讲得很清楚，就是我说公益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就是第一个我们有车，第二个消防的设备我们是不是要每年一定要安检，是不是？是。有没有落实？有。好，我们明年还会再买31部的车子。好，消防车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那个啊，这次的梅基台风啊，那我们啊，芦竹的海湖地区啊，它是不是有一个游戏区？是。还有竹尾渔港，那我们有没有去请人去宣导？驱离宣导。有，我们只要化布为我们一级开设以后，我们就会限制它为警戒区。
那么海巡署的这个海巡部队还有警察还有消防就会去到现场去巡逻。因为啊，生命真的很重要了，是连一只蚂蚁都珍惜生命，那我们何况我们是担任公职，我想这个一定要去宣传，而尤其是今年台风好几个，哦，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啊，山难的搜救啊，目前来讲啊，我们104年、105年、106年啊，那我们添购了哪些设备？因为啊，很多人登山嘛，像我们芦竹区来讲，我可以告诉你，像我们一个里就可以找了1000多人的登山队员，那我们也训练了一些啊指导员，也训练了一些教练。那我想整个全台市啊，登山的人口有多少？这个登山很难说嘛。我告诉你，光我们乌九龙山啊，一天啊，假日啊，就超过2000人了。骨头山更不用讲了。那大鼓山也一样的。那目前来讲，我想104年，那你有买了哪些设备？我想只要有山难的时候啦，这是小山啦。那如果是登玉山呢，你有哪些？我想特搜大队里头有关于山域的搜救、水域的搜救，我们各类型的特种搜救的装备器材，我们每年都会逐年的在编列，而且在加强。好，局长，我告诉你，104年我们买了精力绳啦，还有滑轮组啦。那我们105年有登山背包啦，还有透气雨衣啦，还有我们的啊滑轮啦。那106年有 GPS 啦，还有我们的卷式担架啦、半身吊带啦，还有登山裤及登山鞋设备啦。那我想你们都很尽心，尤其啊是我们那个啊李组长啊李龙腾，他们这一群在我们芦竹这个组长在我们芦竹区块啊。他常常举办这个训练，尤其是中油啦，也是台贸啦，也是我们 IKEA 啦，还有我们的特力瓦，全部都有去演练。那我也都有去参与。我想这个训练是很重要，到时候我们兄弟的安全还有人民生命的财产都是靠我们。是，这个、一定要持续下去。是我们可以吗？我们会，我们特殊的对象。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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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谢谢。哎，依然就叫我们胡局长哈，我想我在事件哈。除了部分的案件是人为纵火之外，那民宅、工厂跟大楼发生的火警的几率还是占比较大多数。那为了要保障我们人民的一个生命财产的安全，那不要受到火灾的一个影响，我们能够快速有效的来消防抢救之外，我们火灾的一个预防才是我们的根本之道。那我想这几年来我们的火灾进行很多的一些原因分析以后，大概从我们105年1月到8月为止，然后我们住宅的火警那个占建筑物火灾里面是42.77%。那其中这个原因不外乎就是电器因素或是这个烹调不顺。那如果说火灾一来的话，我想在深夜或是民众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发现的时候，这个时候来装设这个住宅用的这个火灾警报器就有它绝对的一个必要性。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桃园市哈在安装这个火灾的这个住宅用的火灾警报器哈，我们的这些住宅数量大概有30万户哈，那30万户里面我们到目前为止只装了67000多户，等于是安装率只有21%多了哈。那105年度我们编的预算是150万，那中央也补助我们56万，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些补助对象能够更了解、更清楚、更知道如何来申请我们的这个住宅用的火灾警报器，有没有什么一套配套的方法 ？OK， 我想当然了，我们明年再增加200万，就跟消防署的总共250万，这个整个速度呢，还是没有办法把这个30万户全部安装完毕。那么最主要的应该是各家各户自己本身主动的去。现在是一户3000嘛？一户。这个是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住宅火灾警报器，只要300多块就可以了。哦，三百多块就可以了，三百多块。那么户数，我们第一个，我们明年持续的编列预算，针对低收入户弱势族群的免费安装。这个是优先嘛？对。另外，我们会宣导各个我们的所有的市民主动去安装。第三个，我们也想要发动一些慈善机构团体。那么来捐献，希望能够让它更普及啦。是，我们希望
让我们的这个火警能够让它的这个发生几率降到最低，或是万一发生的时候，马上在第一时间就能够了解啊，然后做一个通报。另外，我想就教于我们张处长哦，我想，哎，梅基台风一个过境哦，连桃园市政府都是一个受灾区了哈。那我想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桃园市政府15楼哈，这个外墙剥落，我想桃园市政府哈的这个外墙剥落也不是第一天了，曾经也有过。怎么样让我们民众在洽公最频繁的一个桃园市政府，让民众能够免于恐惧呀？你有没有什么那个相关的一些设施或者是补强？好，是谢谢一座的垂询。那首先关于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分三个阶段。那当然，我们秘书处并非是工程的专业单位，我们这部分也请公务局新工处来跟我们来配合。那首先第一个部分是紧急的这个抢修，我们先把可能会在后续有破损的可能的隐忧的这样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先做拆除以及保护的动作，先把它保护起来，避免再次的发生这个坠落的掉落的这个情况。那第二阶段是进行所谓的大楼的后栋大楼的这个安检啊，就是瓷砖的部分，我们把针对目前目视到的，或者说我们请了这个专业的吊车，那把人载上去，工人载上去检查，还有我们的那个工程单位去看了之后，发现说有问题的。另外时间的关系哈，我想请很多民众一直在跟我们民意代表在反映哦，民众要去那边洽公哦，我们那个很多的机车啦，真的没有地方停，放在停车格里面，经常会被人家移动。然后移动之后就变成违规停车，然后就被拖掉。针对这个周边的这个停车，麻烦你想想办法。是，你有没有回答了？好，谢谢，请坐。接下来我们请郭丽华议员以及陈志谋议员两位议员共用10分钟，谢谢。林志强。哦，还有林志强议员哦，三位议员共用10分钟，谢谢。好，谢谢副议长哦。那胡局长，因为我看你想要站起来了，你知道我。这个我可能对你比较有兴趣哦，因为现在最热门的话题哦，应该是我们年底哦，我们市政府，我们的文灿市长一直努力想要让这个捷运哦能够通车啊，但是哦捷运通车之后，你有没有想过说，在各个我们的所有的捷运站的出入口，因为人潮会开始拥挤众多，然后那在我们的那个坑口 A11站。我们已经有一个捷运警察局成立嘛，对不对？那我们在消防局的这个部分哦，在捷运通车之后，你有没有什么设置啊，或者说对消防方面啊，有什么各站有设置的这个设施，或者一些你的，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做法？是，谢谢一座关心这个问题哈。桃园捷运。在我们去年的12月，102县的12月，我们辖区，我们的刚好有三个大队，整个沿线，我们这个沿线呢，我们有15站，啊、哦，辖区里有15站，我们有三个大队涵盖到这个15站里头。在去年的12月，我们把所有的都已经演练一次，那么我们也要求桃捷自己每一个站都要有防护计划。那我们的消防大队辖区的都有一个抢救部署计划，在去年的12月以前，我们全数处理完毕。另外，我们今年要再重新第二次的联合演练，也都必须跟桃捷公司共同来演练。那么，也变成第二次的一个演练。那么，所有、哦、你们去年已经有演练过一次，去年演练过一次了，我们今年要全部再演练一次，而且还要有一两个。比较重点的大规模的联合一个配合的演练，当然最重要的一个，我们要把所有的沿线，这个沿线里头的每一个站，跟我们的周边的道路，还有相关的，譬如说，万一需要直升机紧急停降场，它的位置在哪里？我们的搜救资源、警察、消防、医院，它的资源在哪里？它的高度是多少？我们的所有的平面图，所有的这一些资讯。道路的资讯，我们都会建档，所以你都准备好了。
可以说我们捷运公司已经准备好了要迎接通车，对，那我们消防局在这一方面救灾方面也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定会全部都会把它准备救行，这个动线各方面都非常重要啊。刚刚你讲的辖区内总共有15个站哦，是，那每一个站未来的人口数都非常的多，是，就好像说现在我们所有整个桃园市哦，年轻的城市正在成长哦，那我们有很多的那种大楼林立，而且哦一栋比一栋更高，那在其实基本上哦，在这个高楼林立的地方，救灾的难度也会受到考验。那我本席建议哦，平常我们人员的这个救灾的这个训练哦，绝对不能松懈，也不能间断哈、哦。是。而且在这个技术各方面，我们还要再精益求精啊。是。好、哦，这个部分再请您多费心。是是，好，我们把有一些不必要的业务勤务已经说简化以后，就是要加强我们消防同仁的教育训练。对啊，未来捷运通车，我们的业务会更加繁重了。是是，我想这方面心理压力，大家要先做好功课啊！好，谢谢吴局长。谢谢。那我想请问张处长，是一种这个很高兴在你的工作报告里面哦，看到了说这个你未来努力的方向哦，要把市府的这个空间哦调整方案哦做到最好，提供给大家一个优质的办公环境哦。那据我知道，我们现在水务局已经在成功路了。那天我突然才知道，养工处竟然是在三民路，是不是？跟你做报告，这个三民运动公园这部分的话，是由公务局他把。我知道，因为空间不够用了哈。那我想哦，这个已经快要四分五裂了，办公对我们来讲已经是一个困扰，有时候要会同局处哦，也很麻烦。我想这一方面再继续努力，最好的办法，我们现在有那么多重化地，赶快找一块宝地哦，重新哦，这个建造一座大型的市政府，让大家集中在一起办公，这是最好的优良环境，好不好？好，谢谢议座的建议。谢谢，陈议员。谢谢我们主席哈，我们那个消防局哈，是你们消防局哈，过去的经验以来，你们的同仁哈，表现算是非常的优秀，也非常的尽职。那我们对我们消防同仁啊，以及我们有一些是义消的，他们在救灾的安全上啊，你们一定要有前车之鉴，一定要记得，当初我有讲过，除了我们的设备人员要充足之外，最重要就是我们的训练一定要训练得好。那个训练里面呢、啊，要包括这个状况的处理、判断，这个都是很重要的。那关于设备，我们龟山最近我们要再盖我们的平顶分队嘛，是不是？是。那你那时候跟我讲工期是多久？一年，一年，明年就可以完工。那一年不算长哈、哦。不算。这个一年的时间来讲哈，算是蛮有效率的。是。那你工期是一年，可是你在执行的当中，你要注意哈，就是确实是要一年，是工期啊，不要再延宕哈。是。那另外，你要知道那个平顶分队啊，那一个地方的形势，那个地方你知道，它现在是高楼大厦，对不对？是。山坡地也解除了，以后它就没有限高的问题了。是。以后它的大楼就越盖越高。是。那另外，它旁边呐、啊，几个工业区。很多个嘛，哈，工三、工四、工五，还有你要知道，那一边呢、啊，就是我们桃园来讲，几乎是最多违章工厂的一个地方所在，你知道吗？哈，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情况之下，你只有一个平顶分队，已经是有一点紧的了，哈。所以说，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未来成立之后，你那个设备要加强。是。刚才我们议员有提到过，就是在有关于我们这个消防车的，它那个高度处理的问题。是是是。各方面的设备，你在这个一年当中，你就要及早准备好。是是。你唔通讲干那有新的所在，结果是旧的设备，安尼好不好？好。这个平顶。平顶分队目前有一部的云梯车，龟山也有一部，所以他那边有两部的云梯车。他的装备我知道，
这个地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业区林立，而且它这个桃捷的车站只要对救灾有帮助，只要对咱消防人员的安全有帮助的时阵，咱的新的设备、好的设备无嫌多啦。是，好、哦，因为过去长期是很欠缺的，这个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啦。是是，好不好？是。所以说，在这方面，我希望我们能够加强。好，好不好？是是。好，谢谢。那好，好，好，村内好哩。派出所，好，谢谢啊，两分钟了。那我想请教局长哈，我想。是是针对这个现在目前哈天气的异常哈，包括我们未来年底这个捷运都要通车了嘛，是，我想站在局长的立场，我们整个消防局的这样的这个人力的配置，到目前为止啊，你们整个人员的配置到底状况如何啊？我看到资料是到今年十月是有1204个人嘛，对，1150个，然后十月份会来54个。那么明年会有105个，那后年107个，那大后年会来120几个，所以我们的人力哈，在这四年内会补足了有500人左右。所以你针对你的人力的部分，你有没有办法因应整个未来的消防的这个防灾预防救灾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有，我想除了本身的人力在补充以外，我们的民力义消的运用。义消我们现在有1900多人，我们打算再扩编到2000多人，包括我们也有特殊的义消，还有救护的义消，还有妇女防火宣导的义消，所以呢，这些都可以弥补我们消防的人力的不足。好，我想这个部分呢，也请你来去落实了哈，人员的这个补充哈，我想。未来除了是天气的异常之外，常常会造成很多的天灾之外了哈。是。那还有这个年底捷运的通车，包括未来这个长照要上路了，我想很多这类的场所，大概都是行动不便的这个长辈啦。我想这类的这样的一个场所的预防的这个消防的措施，我想这个都是要及早来因应了。是，这个义座刚刚提到的这个弱势族群，对，长照。老人安养院，这些都是我们列为最为必须要保护的区域，所以我们都有内管，只要真的电话打来，我们知道这个是某种对象。所以除了是人员的充实之外，我想设备设施的这样的一个补充其实也非常重要。我想你们怎么去辅导未来的长照机构，他们整个除了你们每年在进行例行的这个消防检查之外，我想平常的这个怎么跟长照机构的连结让他们怎么去配合你们消防局做这样的演练的措施啊？我想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对，是是，谢谢，好不好？谢谢。那针对这个复兴区哈常因为这个灾害成为孤岛，那消防局针对这个灾害的这样的一个抢救，有没有什么样的作为啊？针对复兴区的部分，我想刚刚这个80分队，市政府就是有一个要把80分队变成一个行政中心，对，就是万一有特殊重大灾害的时候。他跟我们桃园市的这边孤立的时候，他会独立做一个作战中心。所以呢，这个80分队行政中心的设置，那么牵涉到几个急处，那么包括呢通信装备、车辆，我想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计划要去执行。我想这个计划你们要去突破了哈，会好不好？那你这样的一个计划它整个人员的配置到底够不够来支应这样的一个整个计划的推动？所以呢，每一次台风来临前或特种状况，我们都会抑制警力、抑制兵力、抑制消防的人力，前置在巴林跟复兴，就是万一人力不够，他这边随时可以支应。对，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哈，就是说在你你们已经接受到这个这个台风来的之前，或者是地震，在你们已经有预知的情况之下，我希望你们就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措施啦，提早来去做一些人力上的这个调配，是，因为常常在山区可能一下子大雨来了，土石流来了，这个人力不够的时候，我跟你讲会常常会造成这个救灾这个救灾上的一些困难呢。是，所以时雨量只要我们监测到它的时雨量30毫米的时候，我们。谢谢，请坐。好，接下来请陈志文议员发言，谢谢。好，谢谢主席哈。
秘书处啊，你们今天真的是哈很会配对，跟我们消防局配在一起。大家哈很多，我们那个大家都似乎已经忘了你们的存在哈，所以哈为了要加强印象，所以我先问你好不好？是，几个观念稍微沟通一下就好了哈。是。那现在目前来讲的话，随着我们103年12月25号升格为直辖市之后哈，我想目前来讲，桃园市政府面临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是我们的那个办公空间不符使用嘛哈。是。因为我们人员编制已经越来越多了，那其他的单位也陆续有搬到像水务局搬到那个成功大楼嘛哈。是。然后还有那个经发局的一个什么？科室，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建管处，现在也搬到那个中正公园附近，是不是？是吗？是那个建管处吧？没有没有，还是那个是养工哦，新建工程处啦，哦，还有搬到那个新工处在市府里面，在市府里面是。好，你们基本上来讲，陆陆续续都有做一些局处的一个原编局处办公室的一个调整啊，哈、哦。是。那我现在想要问的就是说，基本上来讲，办公厅是目前还是呈现是不足，有一些那个科室还是呈现是不足的部分嘛，哈。那针对这个部分来讲，我们有没有一些因应的对策？这第一个哈。第二个，那有关于便民性呢？那你现在目前来讲，水务局哦，他们有一些业务也是要面对那个民众。那我们都知道，成功路那附近。哦，停车又真的是一位难求。那针对部分，我们的便民性要如何提升？好，第二点，第三点，这个哦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市府团队的整体的一个效率的一个提升？为什么？因为很多的一些跨局处的会议，那平常以前呢，我们可能要搭个楼梯从前栋走到后栋，好就可以马上做一个跨局处的一个联系。那现在有些局处搬到那个府外之后。那目前来讲话，跟我们府内其他的那个单位要怎么连接，怎么横向联系，来够维持我们市府目前运用那个正常的，甚至啊、哦、不要降低我们市府整体的一个效率。以上三点，麻烦请处长这边再简略回答一下。好，谢谢议座。那首先关于空间不足的问题，这个其实是我们非常非常就是头痛的这个问题。那秘书处。其实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努力的在清理我们的这个市府大楼这个空间。我们把档案啊，原本储放档案的这个空间，档案通通移到凡科大楼去，把档案空间释放出来。那另外就是有一些站在这个市府内部办公的一些团体，我们也让它迁出去，包括红十字会，包括家长协会，这些清出的空间也都交给局处使用。那整个空间这样的调配之后，其实还是有不足的情况。是。那这部分的话，我们也会跟财政局相关密切的来配合。只要是有这个空间释放出来的话，我们就会去研究评估，看看是不是适合当作办公室空间来使用。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再来做分配。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想办法开源。那另外就是说，关于这个水务局提供搬到这个成功大楼。那个成功路的启胜大楼，那民众的洽公及停车的问题，那个附近就是在那个桃园国小旁边有一个公有的停车场，那机械式的停车场那部分是可以让民众来使用的。那这部分我们也有请水务局加强宣导，在市府的网页上面也有做这样子的提供。那未来我们会持续的宣导。虽然那是公有的，但是还是属于公有收费的一个停车场。那这样来讲的话，民众如果说要洽公的话，那他们的像这边停车，比如说我们一次水务局跟民众之间的那个，就是他们如果去洽公，那这样衍生的一些停车费用呢？还是要由民众这部分还是使用者付费，是、哦、还是使用者付费，所以民众还是要去吸收。是这样的，就算来市府洽公也是一样，使用者付费也是一样，对，是这部分的话也是跟议座报告。那我们现在市府地下室1个小时多少钱，知道吗？40。40。那个我们水务成功大楼后面那个停车场1个小时是？这个我不知道，我再去了解。OK， 好，有关于便民性的部分我们再加强了。好的，谢谢。然后还有未来那个厅舍的部分，如果是在府外，这一项所谓的便民性，我们自己还是要注意的。是，好，谢谢。因为你未来好像有几个局处陆续也要搬到府外嘛，对不对？好，还有就是有关于整体效率呢。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会加强这个机关的这个横向联系。那个水务局在市府这边也有成一个窗口来收件。那这部分的话，在开会的效率上面，我们尽量做到不要影响。因为如果说有些那个单位他们搬到府外之后，
那毕竟如果要到府内去做整个跨联那个横向联系的一些相关的联系会议的时候，那也请他们哈那个使用交通用具的时候多多注意安全。好，谢谢一座。然后还有部分，我们那这个延伸一个问题，就是公务车的配置。那有一些已经搬到府外了，那就会增加一些公务车的配置。配置这个部分哈，目前状况怎么样？跟一座报告，目前公务车辆的管控是由我们秘书处的事务科这边来做幕僚单位来做一个整体的管控跟审核。那各机关的这个年度的这个购车都有一定的这个规定，不是说他们想要增购就增购。车辆的汰换必须要符合两个条件，第一个是要这个那个年限15年以上，第二个是在12万5千公里，要符合这两个标准之后，他才能够提到我们这个审查的小组来做审查，来做编预算。如果我们小组不同意的话，他还是没有办法购置。所以在这部分的话，其实桃园市政府是严格在管控机关公务车辆的成长，并没有腐烂的情况啊，向议员做报告。好，谢谢。好，谢谢。最后一个问题哈，想请问一下处长，如果说哈，当您周边的人如果发生了那个异物梗塞的时候，请问一下，当下我们要做如何的一个急救处理？你知道吗？哈姆立克吧。哈姆立克吧，哈。那你知道有分有意识跟无意识下的一个急救方式吗？不太清楚。这个我就不清楚。基本上来讲，你知道说当如果你周边的人有异物梗塞的时候，我们立即要做的是哈姆立克吧？是。OK， 好，谢谢。好，谢谢一座。很棒，请坐。好，在这边不好意思，想请问一下我们消防局局长哈，那个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有些题目我们待那个总咨询的时候再继续讨论哈。那有关于第一个部分，就是我想很多同仁很关心的哈，就是有关于我们基层哈警消人员不足的一个窘境哈，存在已久。目前当然跟其他邻近的都市比起来哈，我们的那个乡民比并没有说低于他们，但是我觉得不能这样子比啦，因为每一个地区它的地形地，因为消防局比较特别，就是每一个都市每一个地区，因为它的地形低物的部分要依据量身定做。那目前来讲，我们消防局目前的员额是1150嘛，是好，目前那未来我们理想的编制就是说，整个的那个包括大队分队啊，从分队大队一直到局本部，如果说整个人员到位的话，理想的目标是1688嘛，是对不对？那这目前来讲话差大概500多位，那500多位目前我想请问一下局长，针对这个部分，我们有没有向中央在争取人员补助的一个状况一个进度？有，我们把我们的预算我们的编列的员额切额，我们每年都会报给内政部消防署。那么消防署呢，就在警专跟警大的招生员额里头都会把我们考量进去，可是有时候就是基于他们的荣幸量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也在逼迫他，我们尽量要满足我们。所以呢今年的实业会再给我们54个人，明年会106会给我们102人，107会给我们105人，108会给我们179人。所以呢我们的总人数在这几年可能会再多给我们400-500人，所以呢，这个人数就可以达到1600人吧，就1600人没有问题。就像因为你之前哈在咨询的时候也曾经答应过，基本上最晚要在108年哈，跟中央争取就整个的那个员额到位嘛。是。那针对这个部分来讲的话，你有没有信心？跟你刚才开的这个到1600人是没有问题的，到1600人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考虑到我刚刚提到的警专的荣幸量啊，警大的荣幸量，但是荣幸量不够，那么他警察特考，他这种基层特考，这个特考就一定要经过他们的训练，没有他们的训练。今年是105年，明年是106年，106年，所以你的意思是说106年，对，原额那个编列的部分进度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我们的进度。那你的言下之意，到108年呢？到了108年，我们可以到1600人，没有问题。好了，我们持续加油，好不好？是，谢谢。还有一个部分哈，我想本席哈，每一次在工作报告也好，总咨询也好，最关心的就是我们警义消的一个装备的部分啊，哈。是。我想目前来讲的话，想请问，想请问一下，目前我们警义消的装备，尤其是义消的部分，我为什么要这样提？因为说在警消哈，我们市长非常重视我们警义消的一个设备，所以哈也编列很多的预算，那也通过我们议会哈大家的一个同意，所以也让你们那个顺利的执行。是。但是目前来讲哈，我们在基层，因为哈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嘛，我们有一些哈还是需要那个依靠我们的那个警消哈来去做一个协助，那个警力协助的一个部分。那针对他们的设备，你们有没有再去做过调查？我想，未来这样子一个汰换，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当然，好，在目前来讲话，当然我们针对是。谢谢，好，谢谢，请坐。接下来请林正贤议员发言，谢谢。好，张处长，我先请教你，我目前结盟了多少姐妹市？哎，我目前结盟了多少姐妹市？跟议座报告，姐妹市的部分，除了原桃园市政桃园县政府时期的三个之外，那今年就是新增了一个是以色列的拉玛干市。好。这是有姐妹市的部分。我为什么要这样问呢？嘿，因为蔡英文啊主张南向哈，是。那我们在东南亚各国，我在看到你的姐妹地盟也好哈，或是外宾的接待呀，没有一个东南亚的国家，你知道不知道？谢谢一座。那我们外交的城市外交其实是有阶段性的，那我们接下来也会持续的向东南。那我也请问一下，我们国际合作科哈，有多少工作人员有东南亚的语言人才，有吗？这部分目前我们是没有的，但是我们国际科的同仁还是会持续的去。我想，这个，你好像有跟我们蔡英文打脸哦，然后那个本土对我们新南向政策，我看也是一场空哦。我想你们要好好检讨一下，好不好？也跟议座报告，我们目前也是，我们有持续跟印尼、跟越南、跟菲律宾的几个主要的城市，也有在持续的去接触。贵府哈，我们市府啊，我认为啊，电梯真的有点太少了。我们最近啊去等的那个等电梯，有时候等很久，尤其在修理的时候，上下班啊更严重。是有没有办法再增加电梯啊？跟议座报告，就是当初尤其我让那我觉得上我们的同仁有等了好几次电梯哦，我等了十分钟二十分钟常有的事。是，你知道不知道？跟议座报告，其实这市府前后栋大楼在新建这二三十年来，其实电梯的问题随着人员的成长，确实已经。处长，你简单跟我回答，能不能增加？增加的部分，我想目前以现在现况来看的话，如果要再增设电梯的话，可能要走复挂的。那目前的空间是有限的，好，只能就现有的这个增加运能的方式来处理。好，我只给你建议了哈，因为承诺也高，那等太久，我想也是对浪费时间，就是浪费效率，浪费金钱一样，是，好不好？好，你请坐哈。谢谢议座。好，我们副局长哈，是，不好意思哈。以前的工作报告我都有看到的，火灾的发生数啊，死亡人数啊，跟去年的比较，我看到今年的哈，好像没写哈，到底我们今年哦发生多少啊死亡多少？你能不能简单报告一下？我想今年的发生数，我们的比较数哈，来我们好，那没关系，我希望你下次的能写一下了哈。OK， 好。好，那我们在高速公路的游览车的事件，算不算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辖区，我们有负责抢救。高速公路有警察队啊？有没有消防队？高速公路没有消防队，所以将来碰到这个情形的话，我们还是要去救。要去救。我们的责任区，而且火灾调查也是我们。哦，那怎么预防？我想我们也是也是要一个很非常机动的，好不好？对，这个让这灾害能够减免。不管是高速公路，不管是高铁，不管是这些，都是我们辖区，我们都要负责。好，谢谢哈。那局长啊，随着天气的转凉啊，我想我们又进入那个一氧化碳中毒的高危险期哈。那一氧化碳是一种没有色、没有味的气体，那中毒人都不觉得状况下都会昏睡死亡哈。我们每年都发生这个案例，成为潜藏于居家中的无形杀手哈。那所以我请教局长，你的燃气热水器的迁移补助啊，这到底进度的怎么样？105到底进度了？是不是简单报告一下 ？OK， 我们谢谢易总。105年我们市府是编列了150万，那么中央补助我们44万1000，我们总共补助了647户，这个已经全数的执行完毕。
有补助六百一百六一，我有看到你报告嘛？哈，可是哈，647户。我查你的资料哈，你是1月1号到4月30号的专案补助案哈，你的补助对象才20户，而且要经联络本分队访视后，确定有一氧化碳中毒危险者，那每户限补助一次啊，最高补助3000块。是，你的对象才20户呢。啊，不止了，哎。那个是分队，那可能分队报分队的嘛，哈，分队的。我们前四，我们今年总共补助了647户，而且都执行完毕，都执行完毕。对，我希望说这个哈，要普遍化，而且要弱势的来为优先，好不好？所以明年哈，明年市长特别再加50万，就200万，然后中央补助36，我们会106年度，我希望你增加，就增加了，就增加这样，是不是？就增加这样子，然后呢，我们给低收入户，因为有些低收入户哈，你给他3000，他还是装不起，所以呢，低收入户我们明年就打算补助10000块。哦，好，我希望低收入户，我们消防局每年编的预算哦，我都觉得缓不济急，我认为你应该，甚至在先导上啊，那多，因为民众都不知道，有要补助也不知道。也不知道申请哈，补助我们尽量针对低收入户了，其他的民众应该是自己要为了他的安全自己要付费了。所以你的对象是有特定了？有特定，是低收入还是怎么样？我在有限的经费里头，我们以低收入户为优先。为优先，对，弱势族群为优先。好，那你先导工作有没有要做啊？你要做啊？有，你这样先导工作也要做、啊。有，我们复先的先导，我们义消的先导，我们各类的活动的这个村里的活动，我们也都会加强先导。好。不只是一氧化碳的，而且住宅火灾的也不要有一氧化碳中毒的现象发生，好不好？是，我们105年的比赛在全国里头，我们是特优的。特优，我看到哈，是，好，谢谢。那刚才很多人讲的哈，就是说这个我们的人员不足哈，严重缺乏哈。这个我们有8-4、8科5-4哈，一中心4救大队，还有39个分队，4个搜救。总共编制1688人哈，那现在人数哈，我查一下是本来是1147，你说你这边写1150，那也差了538人哈。对。那其实你刚才也讲到，你5年要增了500人。对。但是你还算了哈，还少算了，还会离职的，还会离开的哈。没错。尤其啊，我们桃园，不这个，人家说啊，这个就。地廉人杰啊，大家都这个喜欢住在这边，可是我看消防队不是这样子，大家都喜欢回南部，啊，那到底是我们消防队有没有你？我们讨厌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我们永远补不足哈。是啊，局长，你知道这个状况吗？这个我们有70%都中南部的。所以呢，市长对我们这些中南部的这些年轻人没有照顾嘛，不然有，所以我们的义和住宅啊，有10%好像要给。警消人员哈，来优先的来住用。那当然，我们也鼓励他们，鼓励他们这个能够跟我们在地的这个结婚，这个是最好的一个现象。所以我想我们局长，你身为领导的人，你要多用心，好不好？是，谢谢。让我们真正的补齐，不要大家工作太累了哈。是，好。好，那我想哈，刚才也提到哈，我们尤其义消哈，我们。我也常常讲，我大有分队，当初我争取的半死啊，成立了。那现在大有义校也成立了，可是啊，一年成立一年哈，消防衣也没有，消防帽也没有，你知道不知道？哦，今年哈，我们已经采购了，年底之前验收以后，每一个义校都有一套新的消防衣帽鞋。你确定啊？确定。他们都用二手，用旧的，而且都借来借去，根本都没有、啊。今年验收了以后，每有一套新的。我想义消人民也值钱，所以你这个一定要补足啊！是是是，明年补足，你今年就有了，今年就补足，今年就买了，还没拿到啊！今年买了，已经采购了，已经采购。对，已经验收完了以后就马上。哪时候会给他们？啊？哪时候会给他们？年底验收，年底交货。验收是是，好，交货通过就每人一套新的。好，谢谢哈。是是。那我希望说到做到，今年我希望他们都有衣服穿了哈。是那我们的埔子分队呢？我们上次讲说，这個、我在看到你报告里面说，这个土地，这个建筑物要我们建啊，建筑本来就是要我们建的，你写的好像那埔子分队说新建费用要我们本付，但那当然新建费用
我们埔子分队当然是我们负担，难道要叫地检署负担是怎么样？不是，埔子分队这一块用地是在富国段的111161-2的地号，这个是都市计划指定用途，它是供桃园地检署使用的，所以但是它目前还没有办理拨用，在这个它已经指定，那我们是要它这一块地。对，那这块地里头呢，我们只要它的一半，啊、哦，可是呢，它他们也要建，所以我们就只有互建、共建，然后呢来互赢，那一半给我们，那一半给他们建他们的植物宿舍跟市政府的植物宿舍。那么这个初步在九月中已经跟新的这个检察长已经谈好了，有这个默契。那么到时候我们会签出来，然后他土地的这个指定用途的变更，那么就可以完成了以后就可以编列。希望你在那年能多亲签这个埔子分队啊，好不好？希望，谢谢，谢谢。好，谢谢，请坐。接下来请王浩宇议员以及李林、小凤议员共用十分钟，谢谢。局长早。我想请问哦，你知道我们桃园市一年的捕蜂抓蛇业务大概有几件吗？我们往年最起码一年都有9000多件。好，9000八千多件，八千多件，八千多件，一年大概就是一天大概就24件嘛，差不多。对，而且集中在夏季，夏季特别多，夏季特别多。那我们知道消防员他们一直在争取一个权利哦，就是要把捕蜂抓蛇的业务怎么样？捕蜂抓蛇的业务勤务全部就移给回归给农业单位去处理。对，那目前我们已经成立了一个单位，叫做义消捕蜂抓蛇的一个主动的小组。那这个小组执行的状况目前怎么样？有多少成员？那内部大概已经开始协助大概多少的一个捕蜂抓蛇的勤务比例有多高？我想这个捕蜂抓蛇是从去年的10月20号。那么由农业局来承接，那么农业局承接了以后，那么委请我们的义消大队，我们的义消总队的同仁自愿组成我们的捕蜂抓蛇的工作大队的各分队。那么每一个区，那我现在想知道的是确切的数字，就是说如果有100件，那大概目前已经有几件交给他们了？我们的分队还有没有在做捕蜂抓蛇的业务？有，我们的一般来讲，在晚上10点以前，都是由我们的义消同仁在执行捕蜂抓蛇。所以，如果是晚上10点到早上的6点，对，早上8点的通报案件，就会是我们队上还是要去捕蜂抓蛇？对，如果晚上到早上，因为他们人没有执勤嘛，休息没有执勤，那么这个案子里头有牵涉到生命危险的时候。紧急危险的时候，消防119接到了以后一样会出勤。好，我想知道就是我希望有一个数字，然后我希望逐年我们可以看到、那個、降低，对，那个数字的降低啦，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没有统计。另外就是那个消防人员的编制啊，还是刚刚其实已经有议员提过了哈，我觉得编制其实跟救灾效率啊、人员安全啊，还有劳动条件，最重要是劳动条件。其实过去大家当警消，你们从来没有想过什么劳动条件嘛，加班就加班嘛，但是其实就我来说，我其实非常支持，就是不管是公务员也好，老师也好，警消也好，学生也好，大家的劳动条件都要降低，因为台湾的市民的工时实在太长了，那警消可能比全世界平均还要长哦，所以真的是非常辛苦。所以这个部分在员额的部分啊，还有未来劳动条件的部分，希望能够再加紧脚步，再补足哦。那最后刚刚局长自己有讲到啊，很多都南部来的嘛。南部孩子比较多，那很容易就因为想要回家哦，没有找到，没有在这边安居乐业的话，大概就要回去了。那我自己在新北市当兵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有去参加那个联谊哦，都是消防队与比如说什么护理对护理师啊，或消防员与老师，我们学校老师晚上都很兴奋，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说你们要去哪里？他说晚上我们要跟旁边的那个石门分队联谊。他们都会去参加这些联谊。那我不知道我们这边有在办理吗？有，我们也跟护理，我们那个桃属立桃园医院的这些护理人员，还有在联谊就对。对，还有我们市政府的相关局处，我们都会参加有。对，就是说其实让他们联谊，让他们就是刚刚您讲的，就是社会住宅有一些部分，或是优先提供给我们的那个南部来的消防人员承租吼，再加上比如说有一些联谊的机会，那其实那大概是几年调的回去？3年。我们这边比较放松啊、哦，我们几乎大概5年，
他就可以申请了。对，那五年大概从毕业到五年，如果早一点结婚哈，那大概你都有机会留下他哦。所以这个部分要请局长多努力。然后我希望每一年哈，愿意留下来桃园安居乐业、留下来桃园生活的比例能够提高，好吗？谢谢，谢谢，谢谢局长，谢谢，谢谢，谢谢。好，局长，是想请问一下，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消防的这个专业训练哦。是关系的这个民众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的哈，那个消防人员呢，他应该也是要有非常扎实跟健全的这个技能哈，而且超越极限的这个心智的这个磨练呢，才能够经得起考验的哈。是。那请问一下局长，那我们现在消防哈，消防局这边呢，这个自训的这个救助队啊，这个训练开办以来哈，有多少人受训？我们每年都有救助队的训练。每一个训练好像一期都是40个。那一年几期呢？一年一期。一年一期。是。那我们这个救助队才40个人呢、啊，会不会太少？每一年40个人，会不会太少？目前已经有20期了。嗯。的话，目前现职啊还在服务的人员有512名救助队员的证照人员。局长，我是觉得说哈。像这种的训练呢，是应该要多是次数应该多一点，那这个人员呢、啊、应该要增加了。好，那因为我是觉得这个训练呢非常的重要。好，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啊这个气候的这个暖化导致啊这个气候异常嘛哈，那现在目前啊豪大雨的这个机会啊几率啊非常非常的高哈，那我想请问一下。那我们的训练科科长啊，消防局啊，针对这个水上救援的这个部分呢、啊，是不是有规划跟这个相关的这个训练呢？不好意思，那消防局在水上训练的部分的话，我们从基本泳训，然后到那个 IRV， 就是船外机训练，然后到潜水复训，然后到急流救生。我们今年度的话，已经办理了462个人次的一个训练。我们预计啊，每两年的时候就可以。1000多名的消防人员的训练，两年的话就会完训一次。那我请问一下，你400多人的这个训练是分别是在分别几场次，然后分别是在哪个地方？游泳训练的部分的话，在各大队的那个辖区里面的室内的游泳池。那 IRB 就是船外机训练的话，放在永安分队跟竹尾分队，总共6梯次。那另外有关于那个急流泳训的部分的话，是在消防署竹山训练中心。是办理了2梯次，那另外有潜水复训办理的4梯次，分别在景大游泳池跟市立游泳池。我是希望说哈，你这个能够扩大办理啊，那而且呢，我是认为说不是只有消防人员而已啊，包括一些义消，包括一些复宣，啊，局长是，我们的特种训练哈，除了特搜队的3义水训。救助队的3训水训，哈，急流训练，我们的义消也有特种义消大队，他也有3训水训的特殊专才，甚至于潜水人员，像这去年复兴航空摔到那个基隆河，对，我们也出动我们的特种义消跟我们的特搜队去协助他们这个搜训，这个搜寻，我想这个训练没有错，我们会全面性的加强，啊。不管是救护救灾的，都会全方位的去他们加强训练。对，我也是觉得说这个训练呢、啊、要扎实一点、啊、是因为这个是我们都不希望说有任何的意外的发生，但是问题是万一如果发生了，啊，我是希望说哦能够全面的来救助，是好不好？局长这个部分要蛮辛苦一点，是好，那我们请一下那个秘书处啊，謝謝我们的这个局长啊，一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我现在发觉、啊、我们的那个办公厅舍啊非常严重的不足啊。然后不仅是如此啊，那尤其是我常去水务局啊，那水务局那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方便，我们连民意代表去都非常的不方便，那更何况是其他的一些民众。是。啊，我就觉得说这个办公厅舍啊，是不是能够啊，慎重的来规划一下？那谢谢一座的垂询。那关于这个办公厅舍的这个新建啊，或者是选址这部分，牵涉到整体的这个政策，那我们也会配合这样子来办理。那像水务局的部分呢？这个我是希望说那个能够让副市长，因为啊、哦，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去过水务局。有。
你有去过吗？对。啊，你去过的话，我问你，你是走成功路那一面那条路，还是走他的后门？我走成功路。你走成功路嘛？因为局长室是在成功路那边嘛，所以你走成功路嘛。好，但是问题是我跟你不一样，我每次都走后门。好，我不是像人家办事情走后门，啊，我是因为真的是他们的有一些承办，通通重要的一些记证，科长都是在后门那个地方。可是问题是，我每次走后门哦，好像走入迷宫，然后有时候还电梯哦不会动。那我是觉得说，像这个水务局哦这么重要的一个局势哦，放在那个位置，说实在话，真的是非常的不恰当。那而且呢，他的办公厅是真的是非常的小。那我现在目前看到说，我们现在目前有很多的这个闲置的一些，这个办公厅舍啊，我是希望说，副局长能够，副局长你能够带回去啊，整个，啊，重新研议一下好不好？那水务局的办公厅舍我拜托你换一下好不好？要不然的话哈，一会要走正门，一会要走那个后里面的那个后门啊，啊，还有要从那个羊肠小径那边这样进去啊，我觉得。我们身为民意代表，我都觉得真的非常的不方便，那更何况是民众。谢谢我们。没事，办公室没事，好，好，好，没事。好，谢谢，请坐。好，接下来我们请严中杰议员以及万美玲议员共用十分钟，谢谢。好，谢谢副局长。好，那个副局长啊，辛苦了啊。谢谢。我想你请坐啊。我们下面表现一下好了哈，是啊，哎，我们那个郑科长哈，我们本市有多少辆救护车？126辆，就是我们局里面的哈。是啊，那有没有加护型？哎，应该讲没有加护型，主要是我们没有那个呼吸器，因为那有没有配备医生护士？哦，没有，没有哈。是。那么你的报告105年这个救护车出勤记录哈，对，1到7月啊，有多少次啊？救护车出勤记录，有61000，到今年8月了哈，有61000多次。六万多。这个是出勤的部分。61000多次，成功的救援有多少次？占多少比例？应该成功救回到目前哈，就是 CPC one 跟 CPC two 的部分，到目前是52个，52位。啊？欧卡。你现在讲那是成功救援。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哈。有效救援，说你车到了的，把这个路保的啦，这个自杀的、精神病的啦，这个车需要救护的有多少？49234。好，大概占60%。70%，差不多74%。那无效救援呢？那就是其他的。占20%，不能说无效，是只能讲说是空跑，就是有时对空跑就是无效嘛，啊，是，可这样的可能不能发生。没关系，是我只要分辨了，你空保率太高了哈，空保率太高。对，跟一周报告。为什么空保率太高？因为就像是比如像我们的住宅火警，我们一定会配合这个救护车出警，可是不见得救护车，就说这个火警一定有人员受伤受困，所以这个救护车就空跑。对，好，我知道。那比如说上次国道那个26人的这个火烧车，再问一下，119报案有哪些方式？好，你可以休息一下了。OK， 好，谢谢，没关系。局长坐好了。戴主任，你快一点呐。包一坐，我们那个119报案，第一个方式是有119，那另外有简讯报案，那有民众的一个下载 APP 的一个报案，那另外有传真报案。嗯。大概有这下列几个方式。好，那你救灾救护指挥中心位置在哪里？现在地点在哪里？哦，在我们消防局的5楼。啊，交通局的5楼。消防局，消防局。消防局新盖的吗？对，是我们地行路280号。在那边多久了？移到那边大概民国98年移到这一边。哦，7年差不多。是。哦，那也蛮久了哈。现在有多少人？目前我们那个执行的同仁有26位。26位哈，够吗？是否24小时啊？是24小时。好，如果你119打来电话哈，没办法这个出声分辨啊，那你可不可以定位他在哪里打的？他如果说是用市话打的话，我们这边会显示他的一个来电的地址。来电在哪里打的？
对，他如果用市话，用市话打的话，会显示他的市话就是我们桃园市的电话。对，室内电话，不是行动电话，是室内电话。那你怎么分辨这个是谎报还是怎么样？哦，那假如说他打电话过来的话是，是谎报。如果说他这个地用市话打的话，他显示的地址跟他报的地址，你就是没办法分辨了啊。对不对？是可以。如果是打市话，我们是大概可以分辨得出来，他是不是那个地址。因为你要追踪凭经验哈，这个问他，你现在继续问他，他现在报案的人在哪里，或者他留电话。对，我想这个报案分析很重要。你们现在做的报案分析啊，也还可以再加强一点。啊，那救护车快速到达，啊，救护车快速到达就要让你刚刚讲的欧卡，啊，你跟我讲欧卡的。是哪四个简写啊？你给我讲有没有更正啊？哦 ，hospital cardiac arrest， 对不对 ？Off，O 是 off 吗 ？Out。Off hospital。到院前。Cardiac arrest。Yes。OK， 那今天副主席讲的跟你的不一样，跟局长讲的意思不一样啊。我跟你讲，好，一般心脏停了多久就没办法救了？4到6分钟，我想黄金时间了，不是说没有办法救了。Cardiac arrest 就是心脏停停了，是4到6分钟哈，你救护车能4到6分钟到吗？所以我们需要借助民众 CPR 的部分，民众 CPR 在推广这一块，是。所以说你那个救起来都是民众帮你救起来的，对。所以你的报告写说啊，半年救了47个人哈，啊，你要写清楚一点，是你训练很多人，民众做过 CPR， 好，帮你立即救起来，嗯，这个人。胜造七成积极浮屠了，是啊，因为时间抢救就是跟时间赛跑啊，是啊，所以说，你现在第一个你的分析，第二个速度快，嗯，第三个啊，你还要事先告诉啊，这个你要送去的医院啊，嗯，什么样的病情，那么叫医院做什么样的准备啊啊，我想啊，因为时间还有，别的医院啊，你这边还有啊。在改善的空间，好，继续努力，好不好？是，好，谢谢。好，谢谢，请教一下那个消防局的局长哦。那个前不久啊，我们全桃园市最高的高楼啊，发生了火警啊，其实我们都很紧张，因为啊，在我们桃园市区这几年大楼林立，尤其是在艺文园区的部分。那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你已经了解了那个大楼的火警原因是为什么吗？对，我们的火灾调查已经调查了。它是在这个公共设施里头的一个机电在修理的时候发生火灾的，所以我也一直因为我到现场，我看到一个高楼大火，四楼的火警，为什么烟雾会跑到上面的十几楼都有烟雾？原因在哪里？是不是大楼的消防安全设备有问题？那是不是啊？结果不是，结果是因为它的施工关系，然后呢，风向吹到。公共设施这边，那么他没办法进入。是为什么一定要你赶快了解这个原因？是，因为很有可能其他的大楼也会有类似的状况。是，那你刚刚说是机电的部分，其实我听了也是很担忧，嗯，因为机电这种东西，好像整个大楼里面到处都会有这样子一个机电设施，或者是机房，嗯，或者是相关的设备，对不对？嗯，那我想哦，副市长，我一直要讲，我说消防局啊，常常是在我们一个事件的末端，然后呢，这个冒着生命危险去救援。可是我每一年都在讲，市府是一个团队，你知道是一个团队呢。我们现在常常在说，我们事后在做这个所谓的消防安检，其实是一个团队合作力量表现，但是它是已经是在之后了。那所以在之前呢，我觉得说，比如说刚才有讲到，可能是机电的问题嘛，或者是其他的等等。可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比如说超高的大楼，在请使照的时候，我们可以特别严加的去把关。那么，甚至于在平常，这个消防安检上面，是不是能够再更积极一点，或者是说人手这个再补充多一些些，然后能够在平时的时候多多去做这些消防安检，然后严格一点去把关，那就不会需要到这么多的这个消防弟兄没事都提心吊胆的出生入死的去看。那一天其实我们看到我们也很紧张啊，后来才知道起火点是在四楼，可是我们看到的是烟从楼上整个都冒起来了，真的让人家摸不着头绪，为什么会这样啊？所以我希望既然是一个团队，那往后啊，我们在这个大高楼层或者是有任何的建物要清零使照的时候，我觉得在消防安检上面是不是能够再更严格一些些？是。那甚至于是我想您也是在这方面也是专家出身的嘛，能不能在比如说我对建筑不这么了解，在审图的时候有一些地方有一些疑虑，是不是能够到完全这个消除再给他使照，是不是会对这个之后会更好？
好，那那个副长您请坐。是。那另外啊哈，我想这是一点哦，因为我不希望啊哈，就是因为整个团队前面有一些些的疏失，或者有一些些的不周全，那造成我们打火兄弟每次在第一线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做这么压力大的一个工作。但是呢，话又讲回来，我觉得局长能不能不要每一次开议的时候，在议事堂上永远有两个很热门的话题，一就是你的人员不足，大家很心疼。二就是你的设备跟装备不够，大家帮忙来争取。我觉得每一年每一年，我当议员这么多年，每一年都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没有办法？你每一次的回答，或者是历届的局长每一次回答都说，哦，要编经费了，明年要补充了，永远都是在明年要补充，你知道吗？就我自己当议员到现在，你已经有多少个明年呢？能不能以后下一个会期开始起，我不希望看到什么人员不够啦，装备不足啦，设备不对啦，然后在这议事堂上成为大家质询的一个焦点。我想我们104年到，你刚才已经有提过了，对，就是说，然后我们最近又在检讨107到108的中程计划，就是说你一直有一些计划、一些想法，然后提出来。可是呢，我相信啊，这个是我们议会大家年年在帮你们争取跟关心的。谢谢。那市长自己应该也非常重视这一块。对。那我觉得你更要大胆的、大方的，把该要的预算，在这个每一年你们7月或8月在开这个会议的时候，就把它编出来嘛。是。市长也不可能去删掉你认为应该要编的预算，该构筑的一次把它构筑来，人员不足的部分就跟中央去争取。我觉得这个事情有必要一拖拖这么多年吗？哦。然后年一年都在议事堂上，我觉得你作为这个消防人员或者义消的这个大家长，然后由我们议会每年一直在跟你讲什么地方单设备又不够，什么地方的装备这或者是衣服或者设备又是老旧了，我觉得听了不会有一点点汗颜吗？谢谢。我想我们逐年没有错，因为我们的一直在增加，我想把它加强了，好不好？一直在加强。那我希望你要我不管软体硬体，谢谢秘书处的处长。谢谢。是。我想哦，这样子哦，我再来跟你这个重复一次哦。这个我们每一次啊，任何一个人，也许我们议员都会知道有些专线电话，但是民众打的电话叫做3322101，没有错吧？是。然后3322101打过来以后，多半的民众，99%的民众不会知道分机号码是多少，他都会告诉你我要转哪一个局室。那么有一天，我就打到你的这个总机去，我说要找关刑局，他说没有关刑局，我说那不好意思，可能是观光行销局。他说小姐，我们没有观光行销局。我说那你帮我转那个这个观光旅游局。他也告诉我说没有观光旅游局，我帮你转教育局的哪一课好不好？我跟你讲，这样子的一个对话长达1分钟，那最后你给我的回文是什么？你给我回文是告诉我说，因为我说错了，我们既没有观刑局，也没有这个观光旅游局，是应该叫观游局。你回文告诉我要叫观游局。我跟你讲，我把这个文给很多我们议员同事看，他说还观银行嘞，观游局。那这个都是一个简称，我都已经说了。我说那是不是因为有名称去改过了？那我把观刑局讲成，反正就是观光旅游相关的局势。我觉得哦，我今天讲这不是要苛责我们的总机人员，而是我觉得你要加强你的教育训练。是。你真的要加强学校？你即便今天是委外给人家做，1999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状况啊，对不对？委外了以后，那我相信接这个工作其实就是一张表放在上面，慢慢慢慢熟能生巧。那我觉得教育训练这个工作，你委外了，我也给他做，那他的教育训练做得好不好，你也要监督啊，是不 是, 是？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是。好，谢谢，请坐。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请范刚祥议员以及杨朝伟议员共用10分钟，谢谢。谢谢主席哈，那个张处长哈，我今天要跟你谈的是我们市政府的门面的问题。我们升格做直辖市之后，我们如何摆脱工业线？第一个，在场所上来看，我们如何感觉这是一个直辖市的市政府？这可能有一点不容易啦，因为说真的，我们是继承了过去的这个县政府的格局。那我们主要有两个问题哦。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的府前广场非常的零碎，你有没有觉得？是我府前广场，事实上它的面积哈，我看大概有1000多坪。是，可是呢，你看它那个道路分割啊，那整个1000多坪中间有穿过3条路，这3条路当然我们不能说它没有功能，可是它的功能性到底够不够？尤其说哈，像在那个府前哈，我们这个直接市政府前面那一条路，事实上哈，只要那一条路，当然我不是说马上去做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也要经过妥善的一个交通的规划，整个动线要去规划完，因为毕竟我们那个地方的交通量是很大。
那么假如那一条路我们能够不要去使用的话，原则上我们市政府到外面那个广场是连通的，不会说像现在我们最外面那个广场啊，那是一个孤岛啊，你要去那边的话，我就感觉说有种那种长途跋涉很艰苦的那种感觉，没有人会去利用那么大的一片地方，我觉得真的很可惜。因为当我们站在那边看的时候，这是应该有具备一定的气势嘛，对不对？那所以好，那另外说，你说像他那个地面的那个人行砖啊，说看起来嘛老嘛又毫不足以形成古迹，新嘛又实在是看不太下去，他到底在表现一个什么样的意象？我觉得很可惜，因为那个地基本上是我们市政府可以掌控的地方嘛，我们要去改变并没有那么难。那个是属于我，事实上我觉得说市长他有一些政策很好，就是说我们找一些容易变的地方，可是可以让人民感觉到说我有动起来，我这个城市是不一样的。那一个广场重要在哪里？其实我们去欧洲去一些重要的城市，你看吧，一定有广场。真正一个进步的城市，他不会想说把我整个城市都盖得满满的，他一定会想要有一些广场，这个广场就去衬托它的主建筑物的气势，好不好？所以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计划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地方哈，因为说真的，我现在想到，我不是说路全部都要封起来，那不太可惜。我是说，经过适当的动线规划之后，最少你市政府前面那条路封起来，你做一个整体化设计。你看别的不要讲国外了，你看新北市政府，他现在新版特区弄出来之后，新北市政府前面那个广场跟他的市政府之间有间隔吗？他没有，他是把你地下化，地面上仍然把它连在一起。因为当你把它连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空间才变成一个可用的新间空间，一个可亲近的空间，是，好不好？这个部分我希望说真的去做一做，因为没有那么难。好，说真的，我相信也没有征收的问题嘛，工程经费可能有限。那另外一个门面上的问题哦，我坦白讲，我们的一个市政府反映了过去人家对桃园县的印象，就是这是一个工业县，这是一个在文化深度上还要加强的县。我们的整个立面给人家感觉是什么？是古板的，是冷硬的。为什么会这个样子？那这个也没什么好怪了，这是过去的嘛。因为过去所谓现代主义的风格就是可以用就好。那么，可是现在是不是这样的地方吗？不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直辖市也要有人文的深度。我建议了哈，事实上现在有很多所谓的垂直绿化，我们利用攀援植物的特性，可以去把它柔化这整个建筑物的线条，那么同时也可以形塑一个气氛嘛。哦，你现在呢，我相信各位同仁了，我不晓得你们各位有谁在经过市政府的时候你会多去看一眼的，有谁会多看一眼的，请举手一下。没有，这很可惜，因为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个广场去衬托了我们市政府的气势，那我们却没有一个相当的立面，让人家觉得说这已经是要变成一个直辖市。我们在完成骨干建设之后，我们会做更多的事情。好，那个处长就麻烦这个部分，请你做一个简单的回复，有没有什么期程，有没有什么计划？好，谢谢一座。那首先跟一座报告，从103年就是我们这个团队上任之前，那个市府的广场就把它视为工程问题，交由公务局来做铺面的改善以及道路的改善。那经过了2年之后，那现在这个案子在10月1号交回来给我们秘书处。那刚刚我非常认同易座的这个观点，我事实上也想要再跟易座再深入的再探讨跟请教的，就是说这绝对不是只有工程问题，这是要从都市设计，从这个城市的自明性的角度来去思考，怎么样让广场以及市府的这个主建物的这个立面能够呈现我们直辖市应有的这样子的一个门面。那这部分的话，我想未来我们秘书处会跟公务局会跟都发局这些相关的单位在合作。我想不管是什么局了哈，甚至说我们的城乡发展局也一样。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市政府里面是有人才的，是有相当的人文深度的认知的。我希望这样的深度的认知要能够呈现出来，因为对人民来讲，他看到的就是那个立面，他看到就是那个广场，他不会问是哪一个局处室去负责这个东西。啊，所以说我希望说，事后给我一个书面的说明，告诉我你可能的期程是怎么样，是你们对这个东西的思考怎么样？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妥善去解决，是，好不好？我们希望有一个崭新的立面，可是我们不希望仓促城市。好，谢谢，谢谢一座。啊，谢谢，消防局长，哎是。那我想还是再一次的哈，每一次不管是什么定期会、临时会，我们所有的议员都非常关心哈，我们这些警消同仁的他的装备，他的我们还有一些设备的部分。严重不足，我想审计处也针对这部分呢、要求我们加强，是不是很快的再说明一下我们未来的方针，好不好 ？OK， 刚刚讲我们的车辆的问题，我们今年26部
明年31部，后年也是28部。我们的车辆啊，到107年，我们的车辆的这个不足的部分全部都会满到。然后我们的消防人员的救灾设备，我们的衣帽鞋，到今年底每一个人都有2套。你确定哈？你要确定哦。确定。然后义消，我们到年底验收以后，义消都有一套新的一套消防衣帽鞋。好的，我想这非常好。那我想这也是我们刚特别提到哈，我们所有议员们都非常关心我们桃园市整个消防工作，这些警消、义消站在第一线，帮忙我们救灾。我觉得我们给他这个最基本的一个装备的部分，我觉得一定要赶快来充足哈。是，尤其是我们很多新进的人员啊，对，往往采购的部分他没办法衔接的时候，都要用一些学长剩下来的旧的。那我想这部分呢、啊，也要马上的来做汰换，好不好？是。我想刚刚你特别提到年底之前一个人可以2套。对。好的，那我想这部分保障我们这些第一线的这些警消的安全，是。我想这局长这责无旁贷的哈。谢谢。第二个，我想特别提到哈、有关于我们公共安全检查制度的部分啊。那桃园市啊。在我们其他的什么调查报告里面讲，我们违建啊都好像逐渐都在增加哈、增加的时候我看那个数字虽然说跟你们没有关系哈、那我看了也替我们警消非常担心呢。是，你们有没有一套机制说人家一报案这个柱子你们已经知道说这间是铁皮屋了，这间是违建了，这间已经是没有经过查报过的，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机制？我跟一周报告哈，我们除了内管的，哈、内管的刚刚提到的有建造实照的，我们这边都会内管。除外，我们有一些，譬如说我们利用了我们平时的安全查查，我们有内管，我们把所有的图资，我们都会内管到我们的19跟我们的。现在局长，我知道，当然你们自己要做内管之外，你们有没有跟我们譬如说城乡发展局或者是都发公务局？来做连接，有，因为像很多新的违建的部分，你根本不知道。一到现场的时候，这些警消人员都冲锋陷阵，一冲进去的时候，铁皮屋完蛋了。我发生意外。我跟你说报告哈，我们不止跟都发局的建管哈，所有的图资我们整合，我们也把经发局的卫生管线，我们也会整合所有的管线跟所有的图资，只要有内管的消防勤务中心里头有，然后我们也会 pass 给我们执勤的这个救灾车辆有 iPad， 他们到达灾害现场，所以说局长，这点非常重要哈。刚我讲第一点，我们讲到装备的部分，一定要给我们这些第一线的人员们非常好的一些装备，最起码要充足。第二个，他们救灾的时候，他们只知道说接获报案出勤地点，到现场的时候冲锋陷阵的去救火救灾，但是他不知道说到底危不危险，所以这个部分你们的后勤资源的部分是非常重要哈。所以说刚刚特别提到你的其他的相关局处的连线的部分一定要做好，是，包括我刚才想啊，旁边是不是铁皮屋啦，这是不是有油管啦、是不是有油槽啦等等，我想这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哦。对，我们不止这样，我们把警察的天罗地网还有谷歌系统的街景图，它是不是铁皮屋，它的道路有多宽，有没有狭小巷弄，我们的救灾人员到达现场之前，可以透过资讯已经了解80%-90%了。好的，我想这部分还是代表我们所有的是议员，以及包括我们说桃园的市民哈、感谢了哈，我们所有的消防局的同仁们的辛苦哈。我想借着机会特别感谢，但是我们所殷切期盼的，包括人力、包括设备的部分啊，一定要好好的给我们准备充分，好不好？谢谢，你请坐一下。谢谢。可不可以再给2分钟啊？没人嘛。不好意思啊，谢谢啊，处长。那我想我们特别关心的就是我们听色的问题哈。那我们现在各局处的部分啊，当然我想他们自己各办什么记者会啦，他们是自己在各办自己记者会哈。那我想有关于我们听色的部分，除了我们自己管的听色之外，当然我想有些工厂的部分是跟财政局嘛哈。是。那有些闲置的这些听色的部分啊，我觉得还希望你们跟财政局这边多多的研商一下哈，如何的来有加的善加利用。第二个，我特别提到一下有关于我们市政府的部分啊，不管是我们川塘也好哈，我们的刚刚有特别提到的我们的府前的广场啊，尤其是府前广场使用率都非常偏低哦，而且我们花了那么多的钱来做这样子的改善啊，我觉得你们应该审慎的去做评估跟思考哈。第二个，你们是不是可以副市长？你是不是可以跟各局处啊来联系一下哈？因为现在哈，我看很多我们收到邀请函啊，很多都在5星级的饭店里面办记者会。哦，这部分是不是我们可以
毕竟也是我们这些都是我们人民的纳税钱哈，是不是可以？我们秘书处这边是不是折成一个厅舍，专门作为我们开设记者会啦，或者是专门一些发表会的一些场地？要不然的话，我觉得这都是民脂民膏哎，动不动都在什么饭店办，动不动在什么农场办。我觉得我们自己有厅舍，自己不用，啊，使用率又偏低，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来整合一下，来检讨一下呢？你可以回答一下。啊，我想谢谢杨议员对这件事情的关心哦。我想这样子啊，记者会有各种不同形态的记者会啊，要根据它的形态来决定它场地怎样才适合，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个部分，假如说市政府能够专属的一个记者会的场所，这是对的，这样的话它利用率会更高了。这部分我们到时候再请，好不好？那我想说，这个东西既然我们已经花钱下去了，我们钱花下去要花在刀口上面，不是到处花钱去整修，到最后使用率偏低。我想这部分不是我们所乐见的哈，我们要在这边帮我们民众把关。我向我们秘书处这一点，尤其是听舍的部分，要特别加强一下，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请坐。那我们中场休息五分钟，休息。
好，大家就坐，我们继续开会。那么接下来，彭俊豪彭议员，你要有没有要共用时间的？邱家亮，你要十分钟。好，那彭议员你先发言。好，我们请彭俊豪议员发言，谢谢。谢谢副议长。先请我们的消防局副议长。我想请教一下，你有听过迷你仓库吗？是有。有、哦。香港在今年的六月，对，那个石仓迷你仓库的火警也发生一个火警嘛。对。那事实上哦，迷你仓库在现代的社会确实变成是一个非常新兴的行业啊，因为很正常嘛，现在居家的一个储存空间不足哦，所以说。很多的民众会选择将自己可能比较少用到的一些，不管是物品或家具哦，那放在这种出租的一些仓储空间里面。那其实哦，大概在这几年哦，它引进台湾新兴产业之后，它也提供消费者这样子一个堆置物品的空间嘛。那但是呢，它运作方式其实很类似像那种我们在比如说这种车站啊、捷运站看到那种置物箱哦，它采的是那种一种自助式的管理，所以它其实它堆置的内容是很难去控制的，我们很难去掌控的、哦。那我再看了一下数据哦，从2009年开始哦，台湾开始有业者引进这样的一个迷你的仓库，它从双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都有，而它的门市也从之前的79家到现在的六月哦，已经到102家了，成长大概30%左右。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成长比例是非常高的。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在看哦，当然我想他们这些业者哦，他为了创造他的一个收益的空间哦，他创造他的收益极大化，所以自然而然他会尽量的将空间去我们讲说他去分割去收租，那相对来讲动线就相对被压缩掉了。那而且很多的业者哦，他是把他的经营点设置在大楼的楼层，所以说对消防救灾来讲，我想局长应该很知道说这应该是很严峻的一个挑战，非常的危险哦。那就像刚刚局长也提到了，局长也很清楚，香港就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哦。那为什么会后来会那么严重？当然，第一个人员起火点，它的寻找非常的困难，因为它分割太细了，很难去找。那后来的结果是造成香港那时候有2名消防员殉职，那有10多名的消防员受伤哦。所以说，因为它这样不断分割，造成内部的动线狭小，导致这样打火兄弟牺牲的这样的一个憾事哦。那当然，我想再请教一下说，这种新兴行业有在行业别跟使用分区上面，当然还需要很完整的定义啊。但是在现行的一个消防法规之下，目前的规定是如何？有没有一个规定呢？好，谢谢彭一舟，彭一舟关心的这个议题啊，它发生在6月21号，那么香港的这个石仓迷你仓库，它真的造成了消防人员2名的死亡，12名的受伤。但这个火警呢、一发生啊，我们也请这个我们的抢救预防科跟抢救科还有维管科，我们的成立一个专案，那么写了一个专案报告。其实不只是这个案子，包括天津的这个爆炸案，包括这个我们新北市的8仙乐园的案子，我们都把这些案例当作我们的参考。所以呢，我们的同仁呢、这个专案小组里头就针对为什么这个迷你仓的火警这么难打，它的缺失在哪里，它的特性是什么，我们也把它整理了一个迷你仓的一些特性。那我们晓得它是一个单楼的单一的层面，而且呢它很狭隘，然后它的隔间都没有防火功能，然后对外的窗口那个都是遮盖，然后呢也没有洒水设备，那么无法得知磁场物品的种类。我想刚刚一周也提到，那么这些都是盲点。那么我们检讨国外的，然后知道我们自己本身面临的是什么。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辖区里头，我们目前针对仓库的一个管理，我们是总楼地板面积如果达到300平方公尺的仓库，我们会内管。那么我们的辖区到底有多少的迷你仓，像这一类的迷你仓，我们也当初我们也这个所有的4大队的辖区全部去普检去了解所有的仓库里头呢，我们目前就是
我们有找了5家这个迷你仓库，那么也去执行这个安检。那么依照这个管理条例，各类消防安全设备的设施标准的常理，这一些的仓库是2年至少要执行一次。那么我们辖内内管的仓库总共有852家，那么这些我刚刚提到这个迷你仓库呢，我们检查的结果目前有3家是合格的，2家还在限期改善中。所以未来对于这一类的仓库的管理，我们辖区的大队安全同仁，我们会特别的注意。尤其我们也会跟相关的，比如说万一它是有毒化学物品，有毒化学物品中央主管机关是为环保署，那么我们的市府是环保局，我们横向的联系，包括毒物的这些储存运送跟这一些，我们都会有相关的联系作为，我们会密切的控管这一类的这些仓库的安全维护。谢谢，感谢我们局长有在关心这样的一个事情哦。那事实上因为中央哦，好像我知道他目前也在说，在说定义说到底他要归在也在说在仓储业还是属于不动产租赁业，但有听说目前倾向在不动产租赁业。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消防局就要更注意了。那比方说他会有以后会有可能更多的业者哦，就隐身在这种商业大楼或住商混合大楼里面，那到时候哦，如果全部集中在那边的话，那比方说我们在盘点上会更困难更辛苦。那所以这部分的话我们还在密切注意中央的到底后来的结果如何哦。是，那另外哦，当然刚局长也很认真啦，已经先掌握说大概我们在于桃园目前的一个状况。那另外呢，我也希望说消防局哦也开始要针对这样的一个迷你仓库哦，大概有些相关的这个救火的一个加强的演练哦。那在管理上呢，也可以尽快跟那个比如说像金发建管等单位沟通啊，那定出一个明确的一个比较处理的一个方针方式。那所以像之后的包括是这些针对迷你仓库的一些消防人员的管制部署啊，或起火点研判的一个方式，或者是一些排烟的方式，那这些东西呢可能是未来我们在做演练的时候必须要注意的。我想这些熟悉了之后呢，在未来很不幸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才可以确保我们第一线消防人员的安全，好不好？好，谢谢。那当然另外呢，其实在我知道我们的消防弟兄哦，真的其实平常压力非常非常大，所以在前阵在市长施政报告的时候，我就跟市长及所有的一个公务员同仁哦，都有提起哦，我们这些警消弟兄们这种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性啊。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把这种心理諮商啊、辅导啊常态化、除病化。那尤其是消防弟兄哦，遇到一些重大一些勤务之后呢，更需要这样的一个心理舒压嘛，对不对？所以说帮这种舒压哦，可以帮助他们回复正轨，要不然这样累积久了之后，可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一个结果哦。所以我建议说我们消防局哦看跟哪个部门来持续合作，这样的常态性的一个心理諮商呢，来纳入公务人员我们同仁的一个福利之中。也许我们的局长可以带头哦来接受这样的一个諮商，我想让他们有效的疏解这些压力，他们在未来呢可以避免上可能执行上的一些对自己压力过大，造成自己形成情务上的一些或者心理上或身体上的一个受伤，这样我想这非常重要的事情。谢谢，好不好？谢谢，好，感谢我们局长。谢谢您，谢谢。好，谢谢，请坐。接下来请邱家亮议员发言，谢谢。我们新屋有一个不定时炸弹，你知道吗？我知道。什么时候爆炸到现在的？几个月了？应该是发生在几月？我们的7月27号。七月份哈，两个多月哈。两个多月。它爆炸到现在哈，连理都不理那附近的受害的那个了住户了，那怎么处理啊？这个案子，我们的火调已经把这个整个火灾调查的原因都调查了以后，把附近的相关的资料都也进去，然后移到警察局那边，他到时候会移送桃园地检署去侦办。那所有的救灾的时候，你有没有去现场？有，我有去现场。现场发生什么事啊？现场，我们的，因为它是一个外租的一个仓库嘛，那么我们里头爆炸嘛，对，爆炸以后你们才去救嘛，救灾嘛，对不对？我们去了以后，那么在布线的时候，它爆了，它已经爆了啊，它先爆，你们才去救灾嘛，对不对？我们就已经到了，
还没有报之前，没有报你们没有火灾，你们就到现场了，那么厉害？不，那个火灾我们报了以后进去，但是不是报，我所谓报是爆炸。我请问你哈、你们消防人员是专业的，是为什么爆炸有两部消防车被烧掉？这搞什么飞机啊？一部了，一部，一部哈、啊，是一部跟两部是不是一样的意思？啊，意思一样，意思一样嘛哈，没错。那我跟那你们专业在哪里呀、我跟易座解释，这个仓库它是外租的，就刚刚讲这个仓库迷你仓那个道理是一样，它不是在它内管的协明化工厂里头的仓库，它是另外找外面。不是里头的仓库，我的第一手消息我就知道是协明化工爆炸，是化学原料爆炸。你们消防队员，你还没去，那火已经很大，就照给我看了，爆炸，你们消防人员很辛苦。新屋才烧死六个人而已，你们协明化工爆炸，明明知道是化学工厂囤积化学原料，你们竟然把车子开那么近，还给车子还给爆炸照到，这不是开玩笑吗？消防专业的命不要吗？这个还是专业训练有不够，所以啊，易座你关心这个问题，我们一样把这个案子我们也是检讨。第一个，这个仓库里头有什么东西？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局长，每次检讨，你拿消防人员的命来检讨。每次检讨，烧死人的时候再检讨。我再跟你讲一件事，好不好？是。东明哪一天火灾？多久了？东明社区对面又一个工厂，那天有火灾嘛？对不对？东明里大队长，我去还看到你，你忘了吗？东明活动中心火灾现场，一二楼烧掉，楼上铁皮屋烧掉，你没有看到我吗？对啊，你没看到我吗？局长，我要给你报告发生什么事吗？是，断水，你们消防人员怎么做的？烧死六个人，到现在还断水。我确定的消息，我跟你讲，消防队来支援的消防队，结果跑到楼上救火，断水。副市长，上一次我们保龄球馆烧死六个消防弟兄，就有断水的问题，监视器也照到了。那一天东明也断水，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我想我们你们如何训练的？我们再了解一下。这个事情，消防人员亲口讲的。刚刚提到的新屋火警也是一样，怎么会没事这样子呢？新屋火警呢是断水，但是呢，地检署调查的结果到现在还不是断水的问题。我跟你讲了，我家对面的监视器照得很清楚了，移动消防车、水管扁扁的都很清楚了。检察官都把相关的资讯、录影的资料，包括那录影那是到我对面那边去弄的啦，我对面的亲自跟我讲的啦。Okay. 好了，我不要跟你争了。Okay. 你现在东明又断水了，你做局长，你消防员有没有顾到他们的生命啊？拿这些消防人员的命来开玩笑吗？我想同仁不会人在里头会断水。没有，我很明确的消息，去里面救火的，我去现场啊，我去现场啊，大队长，你们碰到我？高中三天没有断水的现象啊，包括后面两线。消防员出来，后来跟我反映这件事的，他不会没有事情乱讲，哈，我不会没事找你们麻烦，很离谱。谢谢，很离谱，我深入去了解，我们会去了解，我们请还有了解 ，OK， 里面去救火的，空气瓶。也不够，不是吗？是不是？大队长，你在现场啊？里面消防员去里面救火，空气瓶不够，又跑出来等支援。局长，我跟你报告，是我不敢。我们新屋连部器材车都没有，要灌空气瓶是不是要器材车？有没有？我们新屋有没有器材车？那后面才来的嘛。就是没有了撤出来嘛，不可能每个分队都有器材车了。为什么每个分队没有？三个分队会有一个器材车，不会每一个人都。因为第一个，你的每个分队的车库的容量没有那么大，每一个分队如果都要有营梯车，都要有水库车。可是你如果没有器材车，不是很危险吗？你救火救到一半，那空气瓶没有，他们消防员要跑出来嘛？我知道，这个就是战略的部署。
哪些部署哪些车辆，哪些部署器材车辆，哪些部署水库车辆，这个是一定的。因为好，那就你这样讲，像那一天去救火，里面现场救，结果空气瓶没有了，他们就已经撤出来嘛 ，OK 嘛？那你没有马上救东西啦，那火就随便它里面不能继续救了。我再跟一周报告哈，我们今年采购的空气呼吸瓶哈，里头都还有这个警报器，还有这个麦克风的隐藏式，而且可以看到你的氧气瓶我知道还有多少的量，那里面这都是最新的。人员 OK 可以测出来。我的意思，你听得懂我意思吗？你说补足他的那个，对啊，你后勤不够嘛？那个、第二批会再进去嘛？那个、没有啊，那没有东西可以进去，人员在外面等啊。那个、大队长，请你解释一下。你后面那器材车后面才来支援嘛？变成你里面人员不能在里面去救火了，你了解意思吗？我知道他要对啊，那里面存在人烧啦，那换班这个你们要检讨啊。会，对啊，我。后面就不够了，消防员跟我讲没有，根本就不够嘛，器材车后面才到嘛。器材车就不够了，这你们要检讨了。我很多事要讲，没空跟你扯这个了哈。Okay. 还有，我们东明国小，东明正斜对面一个新光钢铁，那是什么地方？大队长。那是他那个仓库啊。那个是仓库嘛，斜明化工的嘛。国小旁边正斜对面。可以放那化学原料吗？有没有过量？那个已经发四次了，几发四次，几发就 OK， 罚一罚。他们有钱有势，财团、哦，那改天那你爆炸的时候怎么办？不好意思，这个罚都一次都是十万了，已经都十万了。第二个，最高罚多少？我们十万，我们现在把它多久可以罚一次？应该一个七成啊，两个月要罚。两个月，他有一个申诉期间，你就一直罚，他不搬走，不止这样子。我报告一周，还有一个，我们也跟市府相关单位联合稽查，有督花，局长，那你们就要拜托他不要，那爆炸的时候怎么办？所以对面都是国小学生啊，副市长，副导请教你，一个化学工厂全部囤积化学原料的，像那一天他住那违法工厂，在那边爆炸，随时会爆，他如果国小前面爆炸的时候。怎么办？学生怎么办？隔一条马路而已哦，你们就开罚，财团十万块算什么？罚一罚就算了。爆炸的后果呢？而且协明化工爆很多次了，爆几次了？你到现在你爆几次了？三次以上了、哦，很严重哦。副市长，这要不要处理？好，我想我们讲，你们不让他们财团为所欲为，是，好吧？罚钱哪有什么关系啊？副市长，我拜托你，你找全部哈、哦，全部的各局处，全部去相关的全部去查，公务局、环保局、消防局，他的消防设备有没有做？包括他补底那个工厂，还有那个新光钢铁那厂，全部去查，全部罚最严重的，去处理的结果。违建就查就拆，该罚就罚。还有他，协明化工埔底那边的环保污染的问题，副市长，你找一个够力的带队，全部去联合稽查，全部给我罚最重。改天爆炸炸死人的时候，你们谁要负这个责任？好，我想好不好，副市长可以吗？那个部分我们就整个了解完，我们做一个专案。全部的工厂都去查他，协明化工很可恶，爆炸到现在，附近灾民他完全不去处理，就骗一直骗一直骗，把老百姓当什么？好不好？好，我们市政府拿出公权力来处理的。爆炸了，该移走该移走，不要放在那个住宅里面，消防。谢谢，请坐。接下来请游和议员发言，谢谢。好，谢谢主席哈。那个消防局局长哈，我们上周六哈，上周六，这个日期你们消防局这边有没有做训练课程？训练活动。训练的活动。上周六，上周六，你那边有没有来？那个我们的三大队长，抢救员内嘛哈。那我们大原乡对你们留多少的人员在那边备位？好，我在这边哦，建立我们消防局啊、哦。
你们在做训练活动的时候啊，你们的比例原则要去抓好，是，不要说把本部里面的人员这些车辆人员都抓去受训，抓去训练，那等到有火灾的时候，你们人员就要靠外面的来支援，是哦。那天在我们菜市场那边，一楼到四楼有发生一个火灾，是，当我们的救难人员到达的时候，我也到达到现场，是，我在这边就是说，你像这种火灾的发生啊，我们有火灾的警报器，你跟我说明这个警报器，哦，警报器呢，是我们市府这边、局里这边有做宣导，或是有做任何的补助，或者做任何的安装，请局长说明一下。住宅用的火灾警报器，在消防法修订了，希望在106年12月31日以前，没有设自动火灾警报器的住宅、独立住宅跟相关的，都必须设住宅用的火灾警报器。那么我们市政府每年都编了大概200万左右来鼓励来安装这个，但是我们的经费有限状况下，是给弱势族群、这个老人还有独居的老人这些来安装，其他的住户我们是用先导，希望他们来安装住宅用火灾的警报器。这个警报器可以产生高分贝70分贝的警报音响，可以让知道火警有烟雾或是温度啊，那么他就可以及早撤离。我想这个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功能是非常好的。我希望他这个火灾警报器哈，因为我们的监会编列只针对弱势族群、独居老人，是我希望说我们局里呢在宣传工作上作为广泛的宣传，是让民众知道它的重要性。是你事情没有发生，你不会去注重，等到事情一发生的时候，据我所知啊，有很多的邻里长在做这个宣导，请民众在安装的时候啊，他们有的甚至都不接受，说啊，我们不要装这种东西。是哦，我希望说我们局里对这种宣导的工作做好一点，会加强。是是哦，那再过来就是说，你像说这个灭火器，灭火器的部分呢，哈，本来你像我大安区，本来每一家每一户都有一个灭火器，那你现在灭火器这个部分呢，你跟我们说明一下。我想灭火器啊，因为灭火器的经费来源跟设置这些邻里的问题，这个都是民政局在主办。可是我消防局这边有协助来跟这个有关于灭火器的保管、使用、维护跟检查，然后先导他们如何使用的灭火器。这个我们有设立了一个配合为民政局，然后跟邻里来执行灭火器的这个相关的注意事项跟先导。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要加强哈。是。再过来就是说，那一天火灾的时候，我到达现场，我们的弟兄呢，最多看得起，特搜马上就进去收了哈。那有一种现象就是说，现场的维护，我们的警察有去做交通管制，包括我们大人社区巡守队，我们的这一些志工伙伴，他没有任何装备，但是看到他这种现象一发生，他马上拿着哨子，拿着指挥棒，就在路口帮忙指挥交通。是，这但是有一个很严重的现象，就是现场围观的人很多。是，局长是。所以第一个，刚刚那个我们的社区防灾啊，这是我们今年这几年一直在推广深耕计划，就是社区的防灾，就是有状况，社区里头的这个守望相助的义消、义警、民防，大家可以出来协助这个灾区的这个初步的抢救。第二个，有关于这个现场的警戒，我们第一时间119受到以后，马上会通报110，还有自来水公司台电。那么110呢，就会派辖区的警员的管区到那边去协助维护交通的警戒。好，那局长，我请问你，当火灾发生的时候，你救灾的水怎么喷？往内喷？这个是不一定，应该都是有两种。一般常态性，一般常态性就是室内布线进去，好，那么室外也进去，好，那么因为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线路，所以呢，可能云梯车，我们119受到了报案了以后，我们会调当地的资料，包括谷歌的系统，包括道路的状况，有没有铁皮屋，有没有铁窗，我们在119里头就资讯里头看得到。所以说，局长，
你现在讲的是一个逻辑的推演，是哦，是是你们一般训练的流程，是这个我们都知道，是。但是当灾难来发生的时候，我在现场，我说很多围观的民众，大家都在下指导棋，为什么水不往内喷？这就是你们的专业问题。水往内喷，你们的烟跟火全部集中在市里面，包括你们特搜人员，包括被救的都增加了一份危险在那边。对，所以说它水是往内，水带拖进去，从往内喷出来。第一个它排烟，第二个特搜人员跟被救的会增加他们的抢救的机会。但是这个水柱往外喷的时候，那种力道，那玻璃安尼全都射出去。而且很多木屑、很多水泥块，连玻璃都是往外喷。这个、那这些围观的人员怎么办？是这个现场状况，我请那个赖大队长把当天现场的状况跟一座报告一下。好，再跟一座这边说明了。那这个就是刚刚一座提到，就是现场警戒的问题了。那我想，因为那一天哦，一座也一直在现场关心整个这个火灾的抢救，然后那围观在正面的都是家属啦，所以在一座也在清醒啦。那家属的情绪也很激动，一直在指导我们怎么救灾啦。那因为我们现场里面有一个受困者，然后还有我们所有的消防同仁都在里面在抢救，所以刚刚一座也提到了，如果我们从外面涉水进去的话，里面的温度会增加，好，所以会造成救灾人员的一个这个生命的危险，还有受困者的一个危害啦。好，那所以我们是采取从内部哦布线，然后往外面涉水的情形。那回归到我们应该改进的是说，我们要跟警察单位这边多加强，可能在火场正面的那些围观民众，我们应该把他驱离到警戒区外。好，这个我们会再做横向联系。这个、我有在现场，我知道，所以说我知道它的危险性，包括我们这些弟兄东西装备背着就往内去冲了，包括在外面 stand by 的人，他要被水柱冲，要预防用爬的在那边，又要里面水柱冲进来，他们会被冲，他们在那边 stand by 就是。准备人从里面拉出来的时候，他们要去接。那问题来了，我们所有的水车，全部呢都集中在民生路那一段哈。这个水车有接续有连续性的，这个我们能理解。但是刚才局长你所讲的布线的问题很重要哈。是。因为呢这一场火一烧出来，就是说你刚才所讲的，就是说你们都有做先导防灾，但是在现场的民众。他们根本不知道说我们专业的救灾是怎么在救，一直在下指导棋，甚至有谩骂的。所以说，我们希望说现场能希望说我们以后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警察人员能强力的把这些民众给排除，是不要在那边妨碍到我们的救灾。是再过来就是你们布线，我刚才所讲的就是说这些水带车，你们周遭的路，你们一定要事先去，马上就知道说。你们除了云梯车，哦，你们的救护车，还有你们的一些装备车，你要从另外一边，不能把全部都排，连云梯车都排在跟水车在一起。那你水车在那边再灌水，你总不能说全部都撤掉，让云梯车过去吧？对，是。哦，所以说我建议在灾害的现场，马上的机制 SOP 绝对要马上做好。局长 ，OK， 这管理我们加强指挥调度的一些部署的训练，会再落。包括他们救灾人员，包括红救的，包括周遭的，得看一下，要安怎个驱离，这拢咱爱去做。救灾的动线跟输送的动线都要异化出来。对，好吧，拜托。好，这是足严重的一个代志吼。是。你看咱遐弟兄安尼，每一个装备背的，就往内跑，就往内跑。嗯。而且。这个延伸出来哈，副市长，我们电缆电线的地下化问题哈，真的是很严重。那一天就是因为全面上面全部都是电线，我们营地车根本也没有派不上用场了。到时候那个死者是用最原始的方法，用棒。好，谢谢，请坐。接下来请徐其万议员以及周玉琴议员共用十分钟，下一位是黄婉如议员发言，谢谢。谢谢我们会长啊。针对我们消防局的哈，还是延续我们刚才游议员所谈的，一场火灾啊，真的造成一个家庭的一个不幸，但是我们平常在整个
消防的一些宣导，啊，包括我们在这个住宅的火灾警报器补助的对象，哦，所以我们编列的，哦，这个，今年度我们编列150万，中央给我们补助56万，是，哦，那你在明年度106年呢，也编列了200万，是是，我倒是希望说，请市长，哦，副市长也在这边，请副市长针对我们的住宅用的这个火灾警报器呢，能多编列预算，来加强对所有我们桃园市民啊这个生命啊这个整个财产的这个一种保护。当然，你现在所做的宣导还是不够，因为要针对呢很多的商场，很多的做生意的，他们的用电量大，用电量大呢，那你们平常就要多跟他们做沟通，多了解你们的先导，先导上的用电量大呢，造成他们的负荷量会不够，而且呢，在一个在这个在整个市区里面做生意的，那整排，如果说有一户发生危险，那周遭通通是，哦，都是危险。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用电量需求量大的，你们更应该加强去宣导，要去了解、去关心，哦，包括啊，哦，在救灾过程当中，从一开始都是闷烧，一闷烧里面氧气不足的时候，就是整体的闷烧，闷烧到最后浓烟整个窜出，到最后整个当玻璃闷烧破裂，或是你们抢救水柱灌注，或是你们门窗打破灌注的时候，氧气进去。你们水柱冲进去的时候，也是把氧气带进去，正在闷烧高温的同时，氧气进去的时候，第一声爆炸跟连续整个产生火，整个火警就出来，更厉害的，烧得更严重。所以说要如何来，啊，来整个，那这是你们的专业，要在整个闷烧的情况之下，又要救人，又要保护我们自己兄弟的这个生命安全，那这是你们的专业要探讨。是，哦，在整个环境、整个屋子里面，火势还没有整个正式的燃烧的时候，就是闷烧。那闷烧的时候，那是二氧化碳、一氧化碳是最严重的时刻。兄弟的生命财产要如何来保住？然后呢，住屋里面的，哦，我们人员要如何去抢救？一般都是赶快把门敲开。或者是把水柱灌进去，灌进去了以后，氧气进去马上就燃烧了，助燃了，啊，哦，就助燃了，啊，那烧得更严重了，啊，那要第一个，我们兄弟没办法进去抢救，第二个，里面的人员我也没办法救出来，我没办法救出来，所以说这是你们专业上，我希望说你们好好的再去探讨。是，当然是希望我们副市长，我们跟建立市长呢，多增加编这个经费呢，再对我们住宅用的这个火灾警报器来整个提升，来多做整个家户的一个安装。是，哦，另外呢，我们的义消的装备，好，哦，副长请坐哈，哦。义消的装备，消防衣、裤、鞋子品质问题，真的还有使用的年限，还有消防衣的尺寸呢，不符合。啊，消防我们的配备呢，很多都是在5年以上，哦，这个都希望你们要多去补救，要去改这个更新。我跟义州报告哈，今年的义消的衣帽鞋装备采购完成了，那么年底会交货，交货了以后，所有的义消1800多人都有一套我们的新的消防衣帽鞋。看看哈，哦，看看这个，这是你们的啊，义消同仁的。这个鞋子呢，碰到水质不佳，这个品质不佳呢，怕碰到水，变成开口笑，变成开口笑。等一下，我这张要给你，谢谢。那今年验收了以后，会每一个人都有一套。我希望说你们的这个所有的装备，义消同仁，我们包括我们啊消防局的同仁的所有的装备，我们都是要品质一定要要求， okay， 是，啊，要保护我们自己的安全，才有办法去保护市民的安全，是，好不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议长，谢谢徐议员啊，哦，请问局长啊，哦，还是那
尤其是救灾方面呢，你们是专业哦，希望要做好一些配套哦。尤其是我们杨梅中心化纤那边的大火，也闷烧了一天一夜吧，是造成附近的空气污染很严重啊。是这个要多检讨吧，因为那附近有杨梅国小、国中哦，他们说整个下午都是黑烟漫步哦，那好像闻到那个带药性的味道一样，尤其是那是化纤厂在闷烧啊。我看你烧了蛮久的啊、哦，拜托我们消防人员啊，多多的协助一下啊。我这一类一发生，我们也会横向通报环保单位，那么检测环保单位也到现场检测有没有毒化、他们都是废料拿去放火烧，然后领保险金啊，不知道是真的吗、哦？哈，那再多拜托我们消防局这边多关心一下。我在严调查，我们、要常去检查啦。是是。好、哦。还有我们消防局这边呢，105年10月再增加54个人嘛，对不对？是是。那这些辅新消防分队也10月份也要落成了嘛？是是。那有没有10月7号？有没有配置到辅新分队54个人配置到多少人员在？我们新进的同仁受训完了，我们会分配到各个分队都会有。辅新有没有？应该会有，都会有。有就好，有就好、哦，一定有。然后那消防车辆，你们也不是采购了26辆吗？对，明年还要再31辆。明年还那有没有优先到辅新分队这边？我想这个我们还是幼师分队的开过来就好。幼师我们留一部分啊、哦，然后我们会调度整个二大这边会一个调度。幼师有工业区啊，你知道吗？不能全部开走啊。不会了、哦，人员也，你好像你都要到补新分队。新分队一定有新车辆。新车辆哈、哦。对，那个才是。是局长打包票，哎、那我就、啊、就 OK 了哈、哦。是。还有各式的救灾的器具呢，我看你们也有32项嘛，经费的差不多9000多万啊、哦。是。都已经采购了，这有没有分配到补新分队？都会，都会我想43个分队全部都会有。尤其是补新分队以后还要管幼师嘛，对不对？对。幼师很多工厂，所以呢 A 级的化学的防护衣啊，多几套给补新分队，这是应该要做到的。工业区的都会有。局长有听到嘛？哈。是。还有我看你们捕风捉蛇啊，这是谁的工作啊？是警你们消防局的还是义消的工作啊？捕风捉蛇这个业务就是农业局的执掌的事项。那农业局在去年我们10月19号，对啊，你们有成立了、啊、有。可是我看去抓蛇的都是义消啊，没错，是你们消防人员、啊、没错没错。我们的你们有给他什么设备吗？有有有。训练吗？有有有。农业局其实啊，我看不尽然嘞、欸，我有一个杨梅啊，那么大个地区才一个人去抓蛇而已啊，不可能不可能，一个人真的啊，啊、哦、这样子、啊，就配一个去抓义消去抓，他们值班了、哦，接了2通电话，然后就不知道去哪里，等他去到那边蛇都跑掉了，哦，对不对？然后他比住户更怕。更紧张啊，所以这个要受训啊，不是吗？那蛇都没抓到，啊，住户都会笑死掉。装备训练哈，每一定会定期的，而且这些是自愿的，义消里头的自愿 的没有错。可是你要给他装备，要给他胆，有有，你没有胆给他，他看到蛇比我还要怕。农业局每年都有编2000万以上的预算，好，那也要农业局都有编，有编，一定有，有编给你们经费，你们就好好用。这是暂时性的吗？以后还是用这些义消去抓吗？应该是常态性了，常态性了，其他各县市都会、哦、都已经也要来编员额，员额要多编，好不好？是是是，至少没有保险的话，他哪敢去抓？被万一被咬伤怎么办？好，请坐下啊、哦，我问那个秘书处的啊、哦，处长。你坐好。我看到928台风当天，我们市政府的大楼的那个瓷砖都掉下来，这最近在那边过都被封路啊。是。我们现在在做紧急抢修的这样的工程。那这次台风以后也凸显这些老旧的，公务机关的一些厅舍啊，真的是要好好来做维修啊。像我们杨梅公所建了60年了、啊，你有没有编点经费给他做维修啊？啊，这部分的话，我们会跟杨梅公所这边来联系。要明年呢，你会编列哪些预算？在各区你会编列哪一些预算？那个。跟议座报告一下，原则上各区公所的经管的这个房舍是由各经过自行编列预算、嗯。那但是这个部分就是老旧的这些房舍的这些检查，我想那个市府这边我们的公务单位也会在做配合。我想身为秘书处啊，你是大总管啊，每个区块要看好啊，免得砸伤人家。那天还好没有砸到人，对不对？砸到人的话，那。
好，谢谢，请坐。接下来请黄婉如议员发言，谢谢。那个胡局长，那个说实在哦，你做人很好哦，你一来桃园呐、啊，你的至亲好友通通都叫我说要好好照顾你，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照顾你，你可不可以提示一下我要怎么照顾你？谢谢、啊、谢谢。我跟你讲，这个台东的火灾，台东的风灾啊，请你成立哦，请你哦能够组一个去救难的一个那个团体哦，过去的团队过去，你跟我讲说这跟你没有关系，我跟你建议，我是告诉你说你去跟市长建议啊、哦，以往我们都有这样的做法，结果你跟我讲说没有必要，结果你是看清我没有必要。啊，然后市长一声令下，啊，然后你就赶快9:30，我跟市长说12:30就成型了，结果你以一个动作啊，来向我致歉，就是阿达阿达阿达，局长我很难过哎，真的。我跟你做报告、啊，局长，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的去对你的那些至亲好友交代啊，那个、对不对？问你地震啊要怎么躲，你也说不知道，是不是？好，这些都算过去了。我看你后来的表现，我们埔子分队什么时候可以成立？我想埔子分队，我们9月份有在跟桃园地检署的检察长、还有乡阅、还有主任检察官研究了，而且也跟市长初步的报告。那么要这一块护国段这个同意。我们共同跟桃园地检署共同来建筑，有一半有埔子分队，一半是由桃园地检署的职务宿舍跟桃园市政府的职务宿舍共同来开发，这个已经初步的共识已经取得了。那你工作报告上怎么写？工作报告的时候是七页的时候，工作报告那个七页写的。你工作报告上是？对，七页的，它是七页写的。啊，你工作报告怎么写？工作报告是因为一直协商没有进步、哦，所以你就放弃了，就用另外一个。对于这种不公不义、无情无义的单位，我们就另外再找地方去，另外再找地方再继续去那个去成另某其他的地方。都市计划变更的方式，啊、对，是不是？是。你上面七月份，那是七月份的。局长啊，你看哦，真的。你不要一直以为说在议会啊能够讲得通讲得好，议员都会把你的工作报告跟你所讲的拿来比较。你上面怎么写？你上面写说衡量本案啊与新建费分担之合理性，所以考量未来本府另外再取得本府再另外再取得用地。局长，那是那个是，你到底有没有说谎？没有错，这是七月份写的、啊，没有错，确实七月份是这样子的。那你要更正啊。对，所以九月，我说我刚刚讲九月的已经进行到九月，已经跟桃园地检署沟通了第三次，所以呢，到了九月份，我们有一个初步的共识，已经取得了乐观的一个进展。那、哦、这个是一个好，对啊，那你的工作报告还停留在那个悲观的阶段呢、啊？是是，对不起。啊我告诉你啦，说实在哦，现在那边已经大楼林立呀、啊，已经有很多的建筑物了。如果你再不积极的哦，大有分队整理的话，我告诉你，以后那是一个大问题呀、啊。是。另外啊，还有哦，我才知道您的权力很大，那个捷运哦，警察捷运队已经成立了，我们消防队什么时候成立？消防队连台北市、连高雄市捷运没有消防队，都有捷运警察队，没有消防队。局长，你不要一直把这个，你不要一直跟别的县市来比，你不要一直把我们跟，你要往好的，要有创新，对不对？我们有捷运警察队，那我们的消防呢？捷运的消防呢？捷运通车的消防呢？消防车不可能开到捷运的轨道上，哈、哦。啊，好，那不可能，那你这简直是废话嘛，对不对？那万一整个站有发生事故怎么办？好，我们总共，是不是我们总共有15个站，啊、哦，九个是第。好啦，局长，你觉得不可能还是有可能啦？火烧车事件
谁会晓得那个司机会找26个人跟他同归于尽，对不对？这也是叫不可能啊，不可能就是有可能啊。局长，我希望你坐在这个位置上，你要对得起你的至亲好友，不是我愿意在议事堂里面指责你，真的，你真的是乏善可陈啊，对不对？你真的是乏善可陈，或许你的幕僚没有好好的照顾你，没有好好提供你最新的资讯，到目前为止我问你这个你也不行，那个你也不行，也不会，是不是？所以啊，我是认为说真的你要争气啊，我请你坐下。另外还有处长，是一座好我们总共哦有多少的那个，我们到底有多少个姐妹室啊？跟一座报告，目前我们的姐妹室连同之前桃园市县政府时期所签的三个，总共有四个。那另外还有四个是这个友好城市。另外还有四个是什么？友好城市，友好交流协定，我们签署友好交流协定。就是还没有结拜，只是感情很好，是不是？报告一座、啊、也是有签的这个友好城市的协定。那之前的三个是哪三个？都是在美国啊、美国的这个。局长啊，我看不是处长，我看真的是很悲哀啊！你已经把以前旧的这个以前之前的三个姐妹室，我看你已经你连名字都忘记了，所以你业务有在进行吗？我们不要让这个国际看笑话，让我们说我们桃园市是无情无义的一个那个的一个那个的县市啊。是啊，是哪三个？报一座那个美国的这个阿拉米达，嗯，还有阿特福，然后还有一个达拉斯，总共三个，还有一个橘子市，那个橘郡是，没有啊，我们没有橘郡这个。有啊，你回去找找看。我跟你讲，别的我不记得。那是友好城市而已，那还没有到姐妹市的程度。感情还没到那边，是不是？我告诉你啦，橘子是我敢保证哦，它是我们的姐妹市啦。我告诉你啊，你刚跟我讲达拉什么市，对，我跟你讲我记不清楚，但是橘子市啊绝对是我们的姐妹市。以前啊这个业务是由民政局来处理，是，对不对？现在你们有专责的单位，对不对？有专责的单位也是科长，对不对？啊，你居然连我们的，不管是友好也好，不管是姐妹是也好，真的，包一座、那个、改朝换代，通通都忘掉了。那我问你，那你们每一年对这些的姐妹是有什么样的互动？包一座、啊，刚刚一座您提到的那个橘郡的耳湾市，那个是耳湾市，那个是跟桃园区公所为姐妹市的。啊，有没有？那我们有没有跟他互动？哎，那现在也是应该啊，桃园区公所以前的姐妹市现在也应该是列入我们的友好啊，并不会因为我们的组织改了然后这个姐妹就不要了，姐妹市就不要了，是不是？我们这边还是在针对这些，你们有怎么样的一个互动？是跟一座报告一下，那个桃园区公所有跟那个耳湾，就是那个橘郡的耳湾市有互动，那今年有互访。那其他呢？其他你讲的三个呢？就这样就算了，是不是？那个达拉斯有那个教育局的学生的交换计划，那也都持续在进行当中。处长啊，我想你要进入状况业务哦，你都搞不清楚，你还要科长讲的，我看也不是100分呐、啊。那我个人是认为哦，真的如果真的要结姐妹是，你看你现在的工作报告一下子有多少，即将要提交有多少？我们还有两个，那个美国的加州圣伯纳迪诺跟韩国的论山市。对呀、啊，你一直在结交新朋友，旧朋友你就给他放到一边。另外啊，首长跟这个一级主管出国回来有没有写报告？报告有。我个人是认为啦，我不会往坏的方向想，我只是认为说他们出去招商，他们出去地盟，他们出去参访，是不是可以把他们的意见，宝贵的意见，也让我们大家能够知道？是啊，大家互相增长知识嘛。虽然我们不能够跟他一起去，虽然这些资讯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拿得到，但是请问你可以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到查得到？跟一座报告，根据这个目前的出国的一个作业规定，我们回国这三个月内都要写完成这个出国。在哪里看得到啊？他写我。谢谢，请坐。好，接下来我们请刘胜前议员以及李嘉欣议员共用十分钟，谢谢。好，谢谢哈，谢谢我们胜前兄哈，谢谢我们谢副议长哈，局长，抱歉，我请教一下哈，早上那么多的议员在探讨这个我们消防器材或消防装备哈。我再请教一下，我们那个装备的标准是统一的采购，是由哪边采购？统一的是我们集体采购吗？是我们自己。那它的标准是全国统一还是中央统一，还是我们各县是不一样的？原则我们要采购我们自己的属于哪一类型的消防车？不是，你消防法规定的它的标准是全国统一用的，还是我们这里有没有？那你的标准不一的话，采购的东西不一样啊。对，所以那这个是有关于我们消防人员的生命的问题啊。对，这个都是有中央消防署那边有一个统一，就是它的规范规定一定有标准嘛，对不对？有一个标准。那然后由我们这个集体采购是吧？没错。我想说，因为我们要用最高的标准去啊，因为我想说现在的化学像那刚才我早上我们邱教练讲的，你看我们消防队的衣服啊，能够承受那高温吗？那当然，每一个消防衣装备器材都是它一定的。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消防队的人身的生命财产、生命的安全嘛，他的安全才能保障，自己都没办法保护，怎么救人啊？我们买桃园所买的几乎是都是在全国里头来讲是最好的。所以我希望说，局长，这个标准呢、啊，你一定要建立到非常完整的制度，一定要采购最好最高标准，没错，好不好？来保障我们消防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另外再请教一下，我怎么听说我们补新那个几时会成立？补新分队几时成立？补新分队10月7号，我们10月成立。为又是消防队还是？等一下哈，时间先暂停。回复八分钟10秒，他回复回去。好，等一下回复卡，等一下。8分15秒，回去那边。啊，这样。幼师分队。我们有维持，不是你人员有没有调走啊？有调走过去。那现在剩几个人？我们保持幼师分队最起码保持6到7个人。我们幼师消防分队保持六至七个人，24小时都有6到7个人在幼师。那他连值班人够不够？够。我们人员本来就不够，你为什么把他派下去那么多人呢？我这个基本战力，因为有部分。我跟你讲，因为又是过期，包括涵盖扩大过期有多少厂商，你知道吗？我知道，将近700-800家呢。所以他有第一个2部消防车跟1部救护车。那个消防车你那救什么东西啊？然后补新到那边又很快，又第二梯次就到达了。补新到，因为补新分队成立也是为了这个时间上关系才成立嘛。那现在你不。到底现在基本是安怎行？我们那个可能麦克风进水哈，还是我们先休息一下？不是啊，我快完了，我快完了哈。我跟你讲了，现在问题是这样子，我不要本末倒置，人员的配备，人员齐全，我相信你一定要有战备的力量，就你没有那个战斗力量，你要怎么救火呢？好，是好不好？是，谢谢，因为我时间我要还给。好，谢谢，谢谢啊，这样。是。好，谢谢局长啊，谢谢李嘉欣李议员啊，局长。是。我给你按那个大声了吧。我请教你哈，在那个8月份的时候，彰化县有一名洪姓消防员哦，出了一件事，你知道什么事吗？洪姓这个被蛇咬。对。对。后来怎么了？截肢吧。截肢嘛哈。是。他打了28支血清哦，后来还是截肢了。他那个消防队员跟过去搞着的截肢啊。那刚刚周一群周议员有问到，就是我们桃园县的。
那个叫做应该叫做紧急救护大队，捕风捉蛇工作大队，没有啦，我们这边是叫做紧急救护工作大队啦，然后挂号捕风捉蛇啦，啊，到底什么名称你都搞不清楚。我们填的写的是来副市长，副市长来，副市长来，那投我们这边，因为我们在我们的自治条自治规章里面，我们有成立了一个这个叫什么大队啊？紧急救护工作大队，对不对？应该是叫紧急工作救护大队，但是挂号就捕风捉蛇。那个农业局编内的预算，农业局的这个协调，好了，我现在就是我是关键卖了被工作重点了。有时候你抢话对你也不是好处了哈。我知道这个是农业局主导，是你们协助了。是，好好，表面上是这样，那最主要是农业局那边编了2000万的预算嘛。是啊，东西西，我们要为了要让你们消防队回归我们的预防火灾、抢救灾害、紧急救护，回归专业。所以说希望从这个紧急救护大队、紧急救护工作大队，也就是捕风抓蛇大队，能够把它独立出来。结果换汤不换药，农业局就编了2000万的预算，结果收回工作变义消的者，你们这次编内人也没有做，就变义消在做。那桃园县编了几个队？4个队嘛，对不对？桃园四个大队，是四个大队嘛？是芦竹哪一个大队管？芦竹是三大，对了，第三嘛，芦竹第三大队嘛，那这些部分都给义消来做处理，换汤不换药啊，局长，我希望说你能够来维护我们消防队员跟我们义消应该回归专业，好，那我们该要预防火灾，该要抢救灾害，该要紧急救灾的部分，咱来整，这一部分农业局这边还是要回归它，让农业局来做处理。不要做那个表面功夫，只预算2000万编列在农业局，收回扛鬼变义消的走，那你表定义消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对不对？表定是不是啊？是是嘛，早上8点到晚上10点嘛，按照我清稿里，那如果晚上11点看到蛇，12点看到蜜蜂，那要叫谁去？如果有危及到生命。119受理以后，消防还是消防队去嘛？没错，还是消防队去嘛？生命安全。所以说，我就说嘛，这种东西你要把它列入生命安全、预防火灾、抢救灾害、紧急救护，拢转是专业的部分。但是如果还没有危害到生命安全的话，我们不管立马不会去，义消也在休息，我要找谁？请问副市长。我跟议员报告，确实在这种专业，确实是消防单位是最强的了。所以才会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啊，毕竟农业局也没有相关专业的人员、啊、这种东西只是回归到专业面，你如果要开始下去训练，你哪不爱叮当，英万都是英雄强嘛。你如果不去动、不去组、不去把这个工作大队回归到我们的自治规章，永远是他们最强。但是他们最强，那就回归到原本就让消防局来处理就好了，干嘛给农业局编预算？我们让正职的消防队员。专注在他的工作上面，而且义消对啊，所以我们希望说消防队能够回归专业，希望这类保护紧急救护、紧急灾害工作大队、捕风捕蛇能够专责成立，我们自治规章是专责成立。你搞到这样四不像，还佫讲大家管区要来看，我头仔听伊讲到一半，要来看啥？因为本身就已经违反自治规章，根本都唔是安尼办啊，是要来看啥？好，副市长你请坐哈，部长你请坐哈，局长。这类保护呢，大家议员都支持你，后勤支援啦、啊，装备补齐啦，听色不足啦，啊，个人的义消，我嘛是要关心一下。我们的义消跟我们消防队员，咱不应该啊，因看你啊辛苦，回归专业啦，好不好？我底下讲啊，副市长，我只希望说我们的紧急救护、捕风抓蛇啊，捕风抓蛇工作大队要正式公务编制，啊，让这个业务能真正回归到农业局的。动保科业务，农业局的动保科业务，让消防局能够真正回归预防火灾、抢救灾害、紧急救护。我跟他希望安尼样，因为现在的市政府很奇怪啦。我买个咧，去年我大概打给你一次，现在连狗蛇要抓哈都有问题啦，不要说蜂啦，不要说捕蜂捕蛇啦，打到青年队，青年队现在不抓狗了，现在狗还是回归到我刚刚讲的动保科啊。是他们的业务，所以说这个专程业务动保处哎呀出来了，哦、好，那副市长你请坐哈、哦，局长，这个部分我再替你们，你该讲爱讲出来，你莫急点点，你经费不足你也要讲，这个工作不是你们做的，你莫讲担起来，
你承担了以后，你要叫外怪外县市来跟你观摩，就臭西郎，不要做这种动作，不要做这种动作。那么多议员都支持我们警消。不过，义总，真的没有义消接棒的话，目前是不可能。我跟你讲嘛，我跟你讲嘛，半年内不就慢慢来，慢慢来移转嘛。你都不做，你就别讲以后回归常态就这样，那常态就这样就违反自治规章啊，我就不能接受啊，哪能这样子自己带头违法？你知道不知道？我知道你的意思。要再整，剩下一分钟，大家请教你哦。我们桃园市到104年底，我们的消防车辆的配备还是不足啊。本来是要讲一寡话，要甲恁争取物件，结果你就要安尼，我哪有法度？配备还是不足哦。从大概一百年，我们出动大概138人次到104年296人次，从3000多人一直到达17000多人呐、啊。那人家买那的车嘛是不久哈、哦，比如说我们的云梯车、水箱车，还有棒浦消防车，我们预领的有几部？超过年限的有几部？他这个预领哈、哦，他是以10年为限，但事实上10年，我知道这是公家单位规定，你卖点啦，拢公家规定，是中央规定不合理，还是地方的预算不够？对，都要去做处理嘛。对，好，我们如果以这样子10年来讲，我们超过10%。这样子，现在都好，可是他刚刚会那个。